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四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两轮各投出一票，共计两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二轮各投出一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一枚徽章。侦探若两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一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六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一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两票，玩家每人可投一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一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M224 年，坐落在 M 城的超级合拍艺术馆，以其巧夺天工的穹顶设计、琳琅满目的藏品和跨越时代的艺术风格，被誉为走在艺术前端、最具规模的视觉艺术博物馆，吸引无数游客蜂拥而至。你来啦，副辅导员。小荣啊，晚上把辅导员叫到这里来有什么用意呀？人家没有什么用意。我给你寄的东西你收到了吗？这是什么呀？小荣同学，你带来就好，把它记得随身带在身上，切记哦。哦，很重要。如果辅导员把它丢了会怎么样呢？自我保重吧，那就自我保重。威胁辅导员，你可能就突然就飞了啊。走吧。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呀，小龙同学？我们来这里转转呀。管理怎么没开大灯啊？好暗啊。对，怎么这么吵啊？今天有完没完啊？你是谁啊？我是谁？你来这艺术馆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看起来跟这么艺术没有关系吗？有点没关系。你是保安吧？我是门卫。快快快，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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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艺术馆下雨天闭门，出去出去。里面又没有下雨呀、啊。对呀、啊，乔普，这里有一个女尸。哎，尸体旁边有一把刀。他的打扮看起来还很奇怪。他好像后背是有一根剑一样的东西，对吗？你认识他吗？不认识。你们馆那么大，就只有你一个人吗？不是，其他人都不知道躲哪去了。下雨，本来要赶他们出去的，都躲起来了。我们找一找。有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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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多度啊。有人吗？有人吗？
有人。那是谁？要啊！别杀我！别杀我！别杀！别杀我！别杀我！别杀你！别杀我！不要杀你！啊！刚才有人在杀人啊！你们不知道吗？有人在杀人！谁要杀人、啊？你知道吗？对。你在躲是不是？对呀、啊，我藏起来了。对对对。那个台灯看起来很像人的样子。哇，这装的太好了！哇，我简直看不出来这是个人呢。这可能是艺术品，艺术品不要乱动。开箱有好礼，大家好，我是你的新年礼物。我躲在河里，非常的合理，对不对？哎。不是下雨天闭馆。合理合理合理，还有人吗？有。啊啊啊啊！哎呦呦呦呦呦！外面安全了吗？谢谢，外边安全了吗？这是怎么了？是新年的新姿势，2024新姿势。这是我走路的方式。还有人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小女孩。小女孩。还有人？还有，这里面没有吗？这里面没有人吗？这里面没有人吗？这是谁？啊！别杀我！哇！不要杀我！哎呦，芭比！哇！芭比！哎呦，哎呀，这又出来的。嗨，大家好。怎么了？我们是来签售的吗？是要跟您握手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馆里就这几个人吗？几个人啊？芭比，帮忙数数，1、2、3、4、5、6、7、8，芭比。必须得有8个，芭比。我跟小普一进来就发现了一个女尸。哦呦！哎呀！哎呦喂！哎呀，我普一进来就发现了他，是吗？那就没问题了。我们躲起来就是因为他，他刚才要杀人。他要杀人？他要杀人。对。对。他要杀我们所有人，刚才是要杀我们所有人的。但他没把你们杀了，然后他自己被杀了。好奇怪啊。可能是杀手杀不了所有人，自个儿自责，然后给自个儿无能。那我找到了这个本本，我跟小普呢，我们是校园推理社的成员。哦。然后我们俩也是经验很丰富，我们看过很多期的大侦探的节目。对，充了这么多年会员，终于被抽到成幸运观众了。我，你不是学生是吗？他是我的辅导员。加上。这辈分超级加倍。现在呢是17:40，在 M 市的超级合拍艺术馆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为女性。身份未知，被发现的时候呢，尸体就是侧躺在地上，尸体旁边放着一把长刀，着装看起来非常的奇怪。后背的心脏处被箭刺中，初步判定为致命伤。这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用这么古老的凶器？哦，对，初步判定，嫌疑人就在你们五个人当中。你给我过来！你过来！来，你们要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芭比开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芭比，我叫余生笑。有个大哥叫沧海。嗨，余生笑。我就是一个会跨栏的跨栏选手，我叫张包。红茶，红叉叉。红茶，我叫何卷儿。何卷儿，怪不得卷儿。我开完了是不是？哎，我微博、抖音、广播站，我是你的 fir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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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大男友。消防员 fireman， 对、嗯。那我们换一个地方再详细的大家聊一聊。走吧，走走。
那我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侦查能力哪家强？网天龙技校找蓝翔。你是要开网课吗？还是要干啥呀？侦查能力哪家强？我来探案习以为常。我呢叫龙面，20岁。然后这位呢是普辅，是我们学校的辅导员。他是匍匐前进的吗？对，匍匐前进。所以你们今天本来是想看艺术馆的，对吗？你紧张了？还是你们听说了这里会有命案？你看，你看，侦探被反侦探了。哦，侦探被反问喽。其实是我今天想来看看，但是呢，我就觉得，哎，还是请一个朋友陪着我一起来比较好。啊，这位核心嫌疑人的确问到点上了。因为今天是我的学生带我来的，对，我觉得他真的有可能有嫌疑。好吓人啊！那你把板板收啊！我去。请我边上的这位阳光大男孩。我是爱炫大肉包，人前显眼包，冠军我都包的张包包。不是张张包吗？张张包吗？不是张张包吗？张张包，对，张包包。对，我的腿部力量特别强，一切跨栏比赛我都能拿到冠军。腿部力量特别强，抠膝盖能上房。直接走，六楼就上去了。怎么那么有画面感呀、啊？我想问一下你几岁啊？我18岁。18岁哈。你来这儿是？我来找一个好朋友。我找我的一个大帅哥好朋友。哦，我来了。接得相当自然啊。那位漂亮的芭比，芭比，我今年也是刚满18岁。哎，开始起范了。妈妈不累，我不累，我是妈妈的小宝贝。妈妈今年是应该是刚满5岁，是过家家那种。我呢是一个全职女儿，我的名字呢。全职女儿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兼职的女儿吗？因为呢，我特别爱笑，所以我的名字叫宜生笑。啊、哦，孝子。啊、哦，我可不是妈宝女哦，我是爱妈女。谢谢大家。你是人？我是芭比，中国的芭比。我知道你是活，就是你不是 AI 是不是？不是。不是 ，China， 中国的芭比。我是来等我妈妈的，来这里面，然后我妈妈还没有来。下面一位朋友，大家好，我叫何卷。什么样的人会在衣服上带板砖呢？显然是建筑师。什么建筑师啊？我以为你要说你是那种搬砖的卷王。人如其名，我的头发自然卷，我的人生自然卷，但我不是卷王哦，我只是悄悄的努力，惊艳所有人。哎呦喂，我都感动了。惊艳所有人的主要不是靠卷，是靠眼影。那个眼影是从哪卷出来的呀？因为今天来逛艺术馆，要有点氛围感好吗？有点氛围感，还带着亮光的眼影。等一下，我现在情绪有个转折。今天我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来的，可是来了这个馆，我的好朋友就不见了。啊！幸亏我画下了他的样子，所以呢，请大家一定帮我寻找我的好朋友。好。找不到他，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儿的。这儿呢，破案了，不是，这个是要找韩哥，找韩哥来。有人模仿我的脸，我的好朋友就是他的特征，就是他戴个眼镜。哦，找眼镜，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如果见到我的好朋友，一定要告诉我，找不到他，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儿的。下面一位朋友来，
下雨天了，什么破玩意儿？没有就别说了，您过，没事您过，您过。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你你，全都给我滚出艺术馆！我就是坏人来了，我监察，安全第一，我检查。哦，还有那种电视版会小品的。坏人来了，我检查。好了，今天不要找我查，我就是艺术馆与天门卫同查。你问我为什么来艺术馆，我看你是想找我查。然后下去我们一起去包饺，包饺子过年喽。尬的就要玩尬，没有尬，没有尬，不尬不尬，非常好。为什么是雨天门卫啊？就晴天不管？对，晴天我不管啊。啊，它是个蘑菇。蘑菇。哦，这里是不是有规定，就下雨了，就人就得走？闭馆。就你来这儿就正常工作而已。当然了。那大呢？我很简单，因为我是快男，我是快男，我是一个非常快的男人。你们看，嗖嗖。我翻了一个跟头，没看见，对不对？比腿大鸡还快吗？我让你们每个人都赞不绝口，我就是非常快的一个男人，哪里有危险哪里我就到，因为有人告诉我这里今天会有危险，我就迅速到了这里。有人预告了这件事情啊？谁呀？男的女的？什么时候？我只是听见了我们那个火警处告诉我有这个危机情况来这儿。你们单位派你来的？对对，我们单位派我来的。你们单位怎么知道有？那你就问我们单位去，打电话呗。然后来了之后就发生了这些事儿。啊，刚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确实你们要跟我们讲一下。我看到有一个女的拖着一把刀，然后穿那个黑袍子，就是说要杀了你们，我杀了你们，我杀了你们，一个个杀了你们。你们有谁认识死者吗？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没有人认识。我们都不认识这个人。嗯。那么他为什么会要就是要杀？为什么呀？不知道啊，当时就是馆里面黑灯了，然后就突然响起了一阵恐怖的音乐，因为它虽然黑灯还是有一些应急的微光，然后我们就能看见一个穿着黑袍提着大刀的女人出现了。对，然后我们就躲起来了，然后过一会儿灯亮了一次，亮了它就消失了，然后第二次灯又灭了。然后黑了之后，这个黑袍人就又出现了，他就说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部杀掉。他看到谁他就要杀谁。嗯，就是看到谁就杀谁。对。哦，真的真的，那个我还必须得补充一点，我们得给那个我们英勇无畏的 fireman， 因为在黑暗的时候他勇敢地冲了上去。你这么棒啊。那这不当然必须的。但是他很菜，就是一下子对冲得快，被打败的也快，冲上去一嘴巴就给扇走了，没滚蛋，我说哎，然后就走了。对对对，然后我是第二个冲上去的，然后我也很菜，我还被他干出了一口老血。对，被踹飞了，当时张被踹飞了。哦，对，我也看到这一幕了。消防员说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大家不要跟他硬刚，对，赶快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对。所以您才会发现我们现在都是躲着的。然后刚才这所有的过程里面，我们负责艺术馆安保的门卫怎么一个人躲在那个下面呢？我是听到躲起来，然后我就躲起来了嘛。那你看到那个人了吗？我就看到一个黑袍子嘛。你也看见了？当然。那你们躲起来之后谁还见过死者吗？没有再见过他。哦，对，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人，啊，那个人是最后跟那个女杀手在一起搏斗的。啊，嗯，戴眼镜了吗？没看清，他穿了一个黑色的锦鲤卫衣，打到 C 之后他就开门跑了，跑走。他跑走的时候，那个女的追他了吗？没追。可能就是锦鲤卫衣的人把他杀了。下班。不太可能。为啥？因为我一直在门口，我在等谱，所以我一直在这儿，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人从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也可以确定我看到了。咱们再仔细找找了。
就没准他在锦里边呢。锦里吗？他是一个锦里的人啊，锦里的人啊。我觉得这一案最神奇的点就是目前不知道这个死的人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对，没有人认识，他是灯黑突然出现啊。他就要杀人。锦里去哪儿了呢？那我们搜证看看。好。我和张大还有辅导员，我们一组。行。其他三位一组。好。第一轮现场搜证，几名玩家分为两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来喽！外星人电解质水。外星人电解质水，探案神器规则 ：YY外星人电解质，请各位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有。外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就是应该再印大点。岁月不饶人呐，赢得奖励吧！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哦！干杯，干杯，给你干杯！哦，来了！哇哦，来了！三二三，哎，是吗？是吗？是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啊，不对，二，那这个。啊，这不是，这不是，那我拿一啊，看看咱们是不是。外星人电解质，补充电解质，就喝外星人电解质水。一啊，这次就是我了啊！来，谢谢各位，来吧。三号，有一号吗？这哪里有？6号。通常我们看正面，点亮它。7号，对，可以去搜证，可以拍照了。好，走吧。Yes，Let's go。好，那我们分头搜吧。啊，得嘞，我们去搜吧。我要去2楼。哎呦，有点吓人，这个专辑。是的，这个艺术馆还是有点东西的。这个是2楼。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这个穹顶。哦。就等于就镂空的，你可以看到上面，也可以看到下面。哦。你这看下去就是那个地方。哦。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大的建筑。那我们要绕过去。绕过去，对。好。案发现场。真清扫，头上一个图形，古代的凶器吗？是现代人吗？也有这个图形。古代兵器厅，古代的凶器吗？那就是这个了。设备室。手电筒。馆内的总电闸还是 off， 当时就是馆里面突然黑灯了。哦，这就是二弟。
厉害呀，各种冠军。跨栏，充电超能跳跨栏比赛，这是我张哥的吧？各种跨栏冠军，但还讨了债，讨债冠军。哎，这个里面有什么呀？啊，有东西哎。弟弟一岁了，给弟弟取个名字吧。弟弟小脸好黑，和我最喜欢吃的脏脏包一模一样，不如就叫他脏脏包吧。啊，感觉有东西呀、啊。哦呦，亲爱的大男友，我们再次诚挚地邀请去年的冠军得主张张包来参加今年的比赛。大男友，这个空间到底是张张包的空间还是大男友的空间？这是我张哥的吧？跨栏，好帅冠军。弟弟小脸好黑，不如就叫他张张包吧。大男友是他弟弟，是他哥哥？扑朔迷离呀、啊，这一案。2012年3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为了保证游客游览体验，馆内所有门均可以内外双侧推开，且隔音效果好。寻人启事：寻找爱女医生校。2012年2月28日晚，穿粉色裙子在艺术馆附近失踪。我要搜那个二 B， 福建的啊，这个书包哎，哇，这什么东西啊？汽油，打火机呀、啊，很奇怪，我天哪！我是我老露蜜糖露多了，就感觉老有东西动，你知道吗？二 C， 半条锦鲤，这个盒子打不开。哎，我说实话，我挺慎的慌的。你不要吓我，你说什么？我没说什么。哦，对不起。五、哦。笑笑，妈妈不应该为了搬砖把你一个人锁在家里，这是妈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我要去这个 EB 办公室。这还不容易吗？首先开密码啊，走你。哇，这是何娟老师。哦，他说他跟一个男生嘛，他们俩是建筑系的。袍子，那个呀。哎，远程音乐控制器，用来干嘛？这怎么用啊？哎，是不是放音乐了？哎，有音乐，他那边在放。是，啊，是你在放音乐吗？对啊，这是一个音乐控制台，恐怖音乐。二 A， 守住，把
爸爸是消防员，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像爸爸一样。妈妈是工人，为了搬砖。妈妈是搬砖的。嗯 ，M2012年2月28日于超级合拍艺术馆坠楼自杀。我这层的那有啥吗？我这线索太多了。是吗？太多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东西也太多了。周二是周二。这你都能下？我慌得要死。这是什么？我要毁了他的心血，完成我的报复。哟，热爱跨栏的小运动员们，今天你跨了吗？嘿嘿，充电超能跳跨栏大赛诚挚邀请热爱运动的大家参与本届大赛特别举办的外星跨跨操挑战，累得出充电，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解锁以下动作参与挑战，就有机会获得由外星人提供的神秘大礼。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那我去反对虐待动物的展厅。虐待动物。反虐待动物宣传手册，宠物医院被虐，熔炼，火灾导致外伤，怎么还跟侦探有关系？时间还有1分钟。这个是个什么？是啊，它打不开是吗？门，这是个门。它打不开？不是，它按理来说，这里所有的门都是能内外翻的。馆内所有门均可以内外双侧推开。这里有个 U 盘呢。倒计时开始，十、九、行车记录。哎呦，六，就是这样才是符合这个馆的设计。三，那这个呢？就这两个不行啊！你看，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了，走了，走了，走吧。获得外星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99秒。刚才龙说这门有问题，这是什么门啊？这个门是不是能打开啊？这有个轮子。哦，这个东西是为了让它固定用的。这儿能通开呗？录个像。时间到，请离开现场。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
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好，先是死者。死者。杀手。我卷。他是来等朋友的，朋友不见了。彭。只有在雨天会在这儿。张，也是找好朋友。他是消防员，一生笑，他说他在等妈妈。不在场的一个人。他们都说他们不认识死者，只是死者要去杀他们。有请嫌疑人入场吧。今天这个故事还有特别特别多的悬的。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是，首先我们的芭比为什么手一直在上边？你不要总偷瞄我啊！是因为以前看演出的时候 ，Put your hands up， 你就一直就没有下来过 ，Put your hands up， 就一直就这样了。我大概知道你是谁。哦，我也大概知道你是谁，你看看，哎。对上了，对上了，对了。先别指啊，对，手里都有东西啊，对。彭彭说他看见一个人出来，对吧？我又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对，而且他说的那个锦鲤卫衣的男子，我也见到了。我也见到了。我也见到了。一下怎么穿那么多？一问全不熟，一搜全有事儿。锦鲤卫衣，我想说这个人其实跟他最熟啊，因为他是跟他一块儿来的，对不对？是他朋友吧？啊，对不对？他俩一起，你也看见了，对不对？看到了。就是他们俩一起，不熟，还装，跟我们不熟。哎呀，还是通过线索来吧，又开始开脑洞了。我一下就觉得，哎，有点东西。那我们先请一张，好不好？好嘞，我主要进的是最靠近大门的两个房间啊。首先有一个咱们这艺术馆的简介，它是2012年3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游客须知，为了保证游客游览体验，馆内所有门均可以内外双侧推开。哎，双开。这里进门，然后对称的六个房间，这边是 E、F。D 和 C，B 和 A， 每一个房间之间都有这样的一个连通的门，就是你可以推进去，然后从里面也可以推出来，就不应该有阻碍的。哦，就是你可以在房间里面来回的游走。因为我只去了一楼嘛，就大概看了一下一楼的环境、设备室里面呢。首先呢，有一个馆内的总电闸，目前还是 off。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全馆现在是在用应急电源照明，就是非常微弱。然后在旁边的架子底下找到了一个手电筒，是一个破碎的手电筒，像是砸过什么东西啊。手电筒伤心了啊，破碎了。破碎的手电筒伤心。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艺术馆音频总控台，总控台是可以通过此控台向每个空间播放音频，也可通过遥控器远程操控，有欢快音乐、紧张音乐、轻音乐，还有恐怖音乐。我在找到它的时候，它准备播放的是恐怖音乐。会有人窜出来，我先看一下下面。就是你们听到的那个吗？对，就是我们听到那个东西。对，咱们听见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艺术馆，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天10点到17点，风雨无阻。啊？风雨无阻？风雨无阻。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门卫出来说他雨天要关门呢？他说的。快快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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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艺术馆下雨天闭门，对，雨天必须关门。有一个 M2024年2月28日今天的员工签到表，上午10点签到，下班是17点下班，门卫不重要。
不重要。我觉得他就不是门卫。我怎么不是门卫？人家有一个不叫不重要的门卫，就已经下班了。下班了，人家都。有没有可能是谁不重要呢？他不重要，但是你不是他，对呀，很重要。哦，反正他没签到，对吧？没有他，这个工作员工签到表上就没有他啊。那你能给我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吗？对他的职业存疑。他说他雨天门卫，可人家又风雨无阻，对吧？他前面进来还轰我们，他也轰我。我是谁？就在博物馆的简介里边，每份简介上面都贴了一个寻人启事。啊？寻人启事？这个寻找的爱女叫做宜生孝。寻找爱女宜生孝 ，M206年出生，高鼻梁、大眼睛、嘟嘟脸，耳后有一个爱心胎记，耳后还爱心胎记、啊、有吗？有，好大一个，好大一个。他说的是他的女儿的特征，对不对？爱女，对，这应该是他妈妈留下的。我是来等我妈妈的，来这里面。你有多久没见到你妈妈了？我天天见到我妈妈，只有今天没有见到。你等了妈妈多久了？今天？我就是白天来的，然后等到刚刚出事儿，没有很久。嗯。M212年2月28日晚，穿粉色裙子在艺术馆附近失踪。12年前。然后马上3月1号艺术馆正式开业，等于他是在艺术馆开业前的最后一天在附近失踪的。哦，你都丢了12年，可是他说了他来找他妈妈。对呀、啊，在门口坐12年，是吧？还在门口那个一直坐着，你可以坐一轮。难怪专座前面有个专座。你妈妈这叫伊妹妹吗？是的。下面就说妈妈的事儿了。妈妈来了，今天的员工签到表，一共有4个员工啊，人家都正常下班已经回家了，只有一个检票员上班签到了，下边没有签到。她叫伊妹妹。所以你坐门口？不是，不是的，我妈妈是一个成功女士。她是精英女强人，她把事业跟家庭都兼顾得很好，她不是那个检票员的。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丢了，你肯定你的记忆里面跟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你都丢了，你都丢了，你12年前就丢了。知道啊，你妈妈过得很心酸的。你听听。不是，这些珠宝都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哎呀，我的妈呀，我手心都出汗了，这故事吓的。然后呢，2009年的元旦有一个字条，美美新年快乐，自从你的老公去世，你独自负担生病的笑笑，笑笑的病是个无底洞，要不考虑把她送去福利院吧。这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给笑笑买了她最爱的芭比娃娃。不是的，我的身体一直非常好，我从小就身体非常健康，身体倍儿棒。因为如果身体不好，举这个举杯举很累的。是个巨人啊。然后是一个 M 市人民医院的手术记录。M209年8月1日，3岁的宜生孝执行了心脏移植术。手术的主刀叫做疙瘩好，没人叫疙瘩汤吗？疙瘩汤啊！
那手术很成功，打开受体的胸腔，将配型成功的心脏植入了受体胸腔。然后术后病人的情况呢是生命体征稳定，需后续观察排异情况。然后下面是手写的字啊，还好我坚持来 M 市，让笑笑接受大医院的治疗，终于等到笑笑适配的心脏了，一切的花费与艰辛都是值得的。妈妈写的啊，妈妈写的。所以你身体好嘛，你的心脏你有换的强大的，对啊。但问题是他2012年就失踪了，那我把他这个直接就说了嘛。好啊，我也发现了，因为有个小女孩的玩偶耳朵后面一样有一个那个心形的那个胎记，我发现了一个字条，是他妈妈写的，字条本身是一个照片，一个小女孩在工地板房里，那个里面写的字是笑笑妈妈不应该为了搬砖把你一个人锁在家里，这是妈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所以把孩子丢了，在艺术馆附近失踪，是不是在这个艺术馆搬砖？这里边还有一个日历，日历上面写着本年任务，但是日期不是今年，是 M216年。白天是检票员，晚上要搬沙袋、清理建筑垃圾、砸钢筋。加油，再坚持几年就能还清治疗界的90万了。就是他妈妈怎么有钱在这个大城市给他做这个手术呢？他欠了一笔巨款。治疗花费了90万。他每天的任务都很辛苦，其实他的每个月都有一个标，已还款，已还款，已还款。然后只有在 M216年的4月，他写的是没钱还，他给自己立了一个节点，就是周三先还2000元，剩下一周还4000元。为什么他那个4号还了2000呢？因为216年的4月3日，就是前一天，有人来威胁他了。今天我的小兄弟只是在你门前放放水，再不还钱我下次就不客气了，还了吧公司。所以他就是在这一天辛辛苦苦的挤了2000块钱出去，但是后面应该还是还上了。妈妈09年给孩子做了手术，欠了一笔巨款，对吧？他3岁的时候，然后12年孩子就走丢了，但是他走丢了欠的款还在啊。然后他还得辛辛苦苦的不停的在还这个钱，再找这个孩子。哎呦喂，听着伤心。所以你没有任何记忆是你们家受过这些苦是吧？没有。我补充一下，其实是佐证了刚才说的这个。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了一部手机，手机的屏保一看就是姨的妈妈的照片。哦。然后呢，有一个聊天记录。好心的医生说，昨天艺术馆手册上看到的失踪女孩很眼熟，我想起来我在隔壁市中学义务体检的时候好像看到过。然后手机的主人回复说，真的吗？太好了，可以告诉我具体的高中吗？医生说，我先联系问问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M224年2月10号，就是现在啊。对，然后到25号的时候，医生说，我已经说服那个女孩的养父母了，他们同意女孩2月28日17:30在超级合拍艺术馆跟你见面。然后他说，太好了。哦，那所以你的记忆里边你是有父母的是吧？那其实是不是养父母？养父母啊。我没有爸爸，我只有妈妈。然后我妈妈也不是，我妈妈是精英女强人。现在我们就是看是信你还是信证据。我肯定是证据，肯定是证据。其实我现在是觉得，现实中的这个移心脏移植，然后被锁在家里，然后自己走丢，然后再到被养父母收养，然后24年妈妈发现了，我觉得这是合理的。现在移植完全对不上。是。啊。
本来想弄清楚黑袍女是谁，现在连姨是谁都不知道。然后下面一位请我了吗？小卷。哎呦，卷卷，我觉得姨她妈妈曾经在这里当过检票员，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跟她相关的事情是合理的。但是呢，因为我是去的二 D 这个房间，出现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应该出现在咱们这个艺术馆里面的，因为它是大量的跟张张包有关系的。第一个是一个视频，应该是妈妈的声音在问一个小男孩啊，就说要给弟弟起什么名字啊，然后呢他就说弟弟长得好黑，好像我爱吃的脏脏包。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张张包吧，张张包吧。长得好黑呀、啊、什么哥哥。弟弟一岁了，给弟弟取个名字吧。弟弟小脸好黑，和我最喜欢吃的脏脏包一模一样，不如就叫他脏脏包吧。请注意啊，这个一岁的这个视频是在2011年的8月24号，这一天是弟弟一岁的生日啊，也就是说张张包是2010年的8月24号出生的。然后呢，接下来这个视频就到了第二段，2012年的2月28号，都是2月28号啊，也就刚刚提到的一声笑走丢的那一天。然后这个视频呢，是哥哥在车上跟妈妈的对话，听一下啊。爸妈今天放假，带你去游乐园玩，开不开心啊？开心。但弟弟呢？弟弟为什么不能过去？那我们回来的时候，给弟弟买些好吃的，安慰他一下吧。好吧。然后呢，我在桌上又翻到了另外一个 USB， 插进去之后是一段行车记录。也是2012年的2月28号，但是是晚上。嗯。故意的。就是一个小女孩这样从马路过来，为了躲避这个小女孩，造成了车辆的侧翻。哦，出事故了。妈妈跟爸爸、哥哥应该是都在车上。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确实是车祸去世了，但是之后我跟哥哥相依为命了。对呀、啊，你听我接着说呀。然后呢，就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一个这个，写着“别捏我”。嗯，“别捏我”里面呢有一张这个 M 市第二中学期末成绩的通知单，是大兰有的。啊？就是大兰有，就是我哥哥。啊！这跟我记忆完全不一样。啊！我不认识他，对。因为我的记忆里只是说我小时候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弟弟一直陪着我，但是我们失散很久了，我忘记了他的脸。大兰有初二时候的一个成绩，比如说总分120，然后呢，他成绩非常稳定，基本上都在32、40。哇哦，好棒哦！然后最后的总排名是50个学生，他是第50名。哎呦喂！然后他自己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定语，叫“我就不是这块料”。哎，可是这个跟我记忆完全相反，我小时候我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呢，别捏我，像这种你会不会去捏？我不会。那你就没办法破案了。你别捏我，那我肯定不会。肯定要捏嘛。捏了之后呢，是一长段的语音的日记，还蛮痛心的。第一段就是哭的声音。我们没有爸爸妈妈了，那我怪我，我是个假废物。我打不改变，我就救不了他们。是哥哥的，
我们还原起来的应该就是这个车侧翻了之后，嗯，引起了火灾。嗯，这个小男孩其实跑出来了，但是因为他不会用这个灭火器，然后爸爸妈妈被困在里面，然后就都走了，就这么一个很凄凉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人生继续往后，嗯。今天我们就要去姑妈家了，但姑妈就是不喜欢弟弟。哥哥带着弟弟去了姑妈家，嗯，但是姑妈就是不喜欢弟弟。对，就是黑呀，看不见。为什么就不喜欢小黑孩啊？好，时间继续往后。我长大了，可以带你走了。你要相信我，我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就已经明显是个大男孩的声音了，就长大了，我可以带弟弟走了。你相信我，永远不会抛弃你。对。上班的第一天，弟弟就帮哥哥撑起了场子。具体什么事情有记得吗？嗯，他肯定是点火，我扑火来的，是不是？啊，不是啊，你的第一份工作是讨债啊。啊？我还有第一份工作，我没有这个记忆。啊、我的记忆里，我就是一名真正的消防员。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这个。啊，不对，不对，不对。我的记忆跟你那个证据对得上。我的记忆里边，哥哥的第一份工作是讨债员，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我就帮他吓唬那些人。多亏弟弟，你也帮我镇住了场子。啥？就是说你不还钱，我就在你茅坑里边扔鞭炮，然后什么崩你家玻璃，反正我一吓唬他就办成了。等于你的记忆里，我根本不是什么消防员，是吗？不是，我是个讨债的呀。我倾向于是张张包是记得是对的，是吗？因为在那个二弟的空间里面有过一个讲座，2016年，还了吗？公司，金牌讨债冠军。啊？请注意，2016年刚才还说过有个还了吗公司曾经去吓唬过怡美美，怡美美，也就是怡生笑的妈妈。然后呢，说在他门口泼了水什么样，然后完了之后吓得他本来没有钱，后来在4号的时候凑了2000块钱还了一下。是我，可是我的记忆里，我是一个就是打开消防栓只需要10秒的男人，10秒是我的速度，勇敢是我的态度。我是这样一个人，我非常的健康，我没有别的那些脏东西，我只有10秒。然后呢，这个里面还有非常多张张包的跨栏比赛冠军的奖牌，大概是长这样子的啊，有非常非常多，有非常多。我就是一个跨栏选手。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哦呦，亲爱的大男友，这是由 YY 外星人电电电姐之赞助举行的充电超能跳跨栏大赛，跨起来，跨起来。这个邀请函是 M223年的一个邀请函，也就是去年，它是发给亲爱的大蓝友的啊，而且呢，他们再次诚挚地邀请了去年的冠军得主张张包来参加今年的比赛。这个是发给他的，但是邀请他弟弟的。对，而且呢，大赛升级，冠军获得者呢将会得到外星跨跨王的专属称号啊，还有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365天每天充充电电量无极限的奖品福利，机会不容错过。我的记忆里没有我弟弟什么跨栏这些事儿的啊。你去了吗？这个比赛？2023年，就去年。如果按我的记忆的时间线的话，嗯，我们俩已经走丢了。走丢了？那你说的哥哥走丢了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也没有具体时间，就是我帮他做了一阵讨债员的工作之后，有一天就在公园里边溜达，我们俩就丢了。这不合理啊。张张包，你来是找哥哥的吗？他说他等朋友。对，我这个朋友就是我哥哥。你等哥哥还是找哥哥？找哥哥，因为他当了讨债员之后，因为生活不易啊，哥哥叹气，然后他就老是爱上了抽烟，然后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们就走丢了。
直到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2月28日，我在家里边隔着窗子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烟草的味道，然后我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我就觉得像，然后我就跟了过来。我一看，哎呦，还真是啊！哦，所以我来的时候，就老一男的跟着我，就是他，老要跟我贴贴。老姚跟我贴贴，贴贴，对对对，哎呦喂，老这么的爱我事儿，那怎么回事儿？这个人啊，对，他就一直跟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直想甩开他，我不认识他，对，这个就奇妙了，因为姨的故事是他自己的记忆和我们找到的线索合不上，到了大和张的故事是这俩人的版本都不一样，是不是我的版本目前跟你的证据没有？你的版本比较更接近于物证的版本，然后大可能不知道。从右边这三位来看，目前只能相信证据，相信物证，对对，不相信你们的记忆。好，下面请鹏鹏。哎，我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这些是在2A 是个画廊，画廊啊。首先说一下建筑大赛的奖，这上面有两个人，一个呢是守住的作品得了奖，感觉像是何卷，另一个戴眼镜，就是你要找的好朋友，可能是你，可能你只记得他的眼镜，但是他的脸你不记得了，对对吧？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建筑世家，我父亲母亲都是非常优秀的建筑师。我从小呢，只要有时间，父母带着我，不是去什么游乐场玩，而是带着我去看建筑，就让我从小其实耳濡目染。所以我后来考上的是 M 大的建筑系，也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学校。我是每一年都拿奖学金，就是有一些天赋，然后也很努力。我特别能够懂得建筑，它不只是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其实建筑是连接人的意识和生命的场所，它其实用好的建筑是可以跟万物对话的。后来我们班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他呢就可能出身比较普通，但是他特别努力，我没有见过比我还卷的人，几乎就是不回宿舍的，就是在图书馆，他的成绩也是紧咬我，因为他追得很紧，所以也导致我也是不敢放松。我们两个也因为这个成为最好的朋友，就是一起携手进步这样子。今天是我跟我这个好朋友约好了，我们来这里吸取灵感的。可是一进来没多久他就走丢了。第二个是一幅儿童画，名字叫《太酷了》，我的妈妈是工地芭比。工地芭比，工吧，工地什么？工地芭比。哦，工地芭比是什么呀？就是一生笑和一美美嘛。对，你看穿着小粉的衣服。对，所以你记忆中的你可能跟真实的你不太一样。第三张照片是一幅画啊，是我觉得最像侦探龙侦探的。你也是这里的小狗是旁边那个谁呀、啊？就主要那狗画的是吧？真的，就这个造型整体上都很像。狗也戴帽子了，真的有点像。真的像，就是，有点像，肯定就是，他自个儿也有故事。然后说一下大男友啊。我怎么了？这里有一幅画、哎、我觉得可能跟你有关，一个消防员的爸爸牵了一个小孩，右下角有一行字说，爸爸是消防员，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我爸爸是消防员吗？我爸爸是消防员？不是，他爸爸死了。他死之前是消防员吗？啊，你有这个印象吗？我没有这个印象，我只知道我是个消防员。我是我爸爸。这是什么呀？在这幅画的后面我发现了一个病历通知。哎，他的姓名是大男友。我病了。是。
眼科，患者右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有可能是前面刚刚说的那个车祸当年。哦，有可能。如果相信证据的话，你眼睛是失明的，你当不了消防员。大蓝眼就是我哥哥，我不认识他。对，五十个学生他是第五十名。我小时候我是非常优秀的，我就是一个跨栏选手。我的记忆里没有我弟弟什么跨栏这些事儿了啊。我的记忆里边哥哥的第一份工作是讨债员。我的记忆里我就是一名真正的消防员。你眼睛是失明的，你当不了消防员。然后还发现了一个有问必答侦探社，里面有个信息卡。经调查确认 ，M 2012年2月28日于超级合拍艺术馆坠楼自杀者身份信息如下，姓名这一栏被抹去了，身份是超级合拍艺术馆两位核心建筑设计师之一。前面脏脏包那边说是12年3月1号开，这个是开业前发生了事情。那天发生很多事情。爱女医生校 M212年2月28日晚在艺术馆附近失踪。这个行车记录呢，也是212年的2月28号。然后还发现，在一个艺术馆的宣传海报上，它的背面有一段话。如果不是他，他是单人旁的男他，那他就不会，这个他是一个女他，爸妈就不会，我就不会，现在弟弟也就不会。不会什么？省略号。然后最后，他就是造成我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我要毁了他的心血，完成我的报复。有动物他吗？没有动物他。动物他怎么看看那个狗吗？那这个像是你写的呀？是哥哥写的。爸妈就不会，爸妈的故事是我们俩。但是为什么跟爸妈有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我们印象中是车祸。车祸。但是这个事儿跟车祸有什么关系？爱女医生校在艺术馆附近失踪。他车祸是为了躲避那个跑过去的人。对，有一种可能性，那个跑过去的人是医生校。我就不会，就是这个大男友。啊，眼睛受伤，这是不是还有个弟弟？现在弟弟也就不会，后面弟弟也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就是造成我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心血。心血。我发现了一个，在一个火箭模型下有一个黑色的盒子，盒子上面画了半条锦鲤，但这个盒子打不开。啊，这个锦鲤人吗？对，有可能，我觉得也是跟他有关系吧。嗯，这个人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郝运来。我那个眼镜朋友进来他就走丢了，然后呢我就要去找他嘛，就被他拦着了。嗯，然后最后他还拽我，就把我拽地上了，给我摔着了，我的手表就摔坏了。这是17:17的时候，这是我朋友送我的那块表，就是毕业的时候给我做过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礼物。然后我就特郁闷，我在二 B 待着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穿黑色锦鲤卫衣戴着黑口罩挺酷的一个人，他说他叫郝运来，他说我把我的祝福送给你，事情一定会解决的，请你一定要放心，然后一定会有好运会陪伴你的。然后他就走了，我就觉得还挺安慰的。但我们现在对郝运来一无所知。
最开始，而且这个人是跟他在一块儿来的。对，是他张张包一起来的。对，我们俩看见了。我不认识他，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块儿啊？不是，我跟着你进来的，然后他在后边跟着我进来的。什么啊？我看见的是你们两个一块儿进来的，那就是前后脚嘛，就是前后脚。啊，我这边印象中啊是前后脚进来的。他还跟你吵架了，对吗？对对对，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啊，下雨天关门就是我们这个艺术馆的铁一样的纪律。人家风雨无阻。对，所以你的印象可能也是不准确的。我们可能不是真人，我们有可能是我们的梦想。梦想，对不对？哎，你说是我们是不是代表就是内心的一种执念或者心理阴影？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真实的人物，更像是某个写实之后受过创伤的人所留下的一种执念啊。这个就是从小的一个救出爸妈的一个。我是一个就是打开消防栓只需要十秒的男人。然后这位他就是说下雨就得关门，你小时候是不是老尿床？下雨就要关门，那不是玩火吗？我以为你要说这个怎么进的。有可能是某一天这个艺术馆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他就想雨天要还是关门更好。哇，更混乱，更混乱了，是不是？啊！那下面我们请大吧。哦，我去的是带电脑的一个办公室里，就是这儿一 B， 馆长办公室。那个门是个密室。就是说这个门就是只有推门进来，你进来之后你想出去你就打不开了，从里头推不开。馆内所有门均可以内外双侧推开，但是它其实这边呢是能打开的，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电话亭。它其实就是电话亭是在这个位置。那个电话亭本身底下是有轱辘的，其实你只要想去从这个屋进来之后你出不去，你从这边走，你只要一推那电话亭一打开你就出去了，然后你就能这么着一直走。但是那个电话亭底下那个轱辘被锁上了，就是等于说不让他出去，等于电话亭本来不在那儿，它被挪到了那儿且锁死了，于是它成了一个门挡，就出不去了。对对，明白。那个办公室里进去之后呢，我就看见了这个有我们和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男生。哎，这个是谁呀？这个人，这不戴眼镜吗？你那个眼镜的朋友，朋友啊，挺帅的还，还帅。那个毕业照片上有时间吗？毕业照片呢，时间非常关键，是在2005年的6月。2005年。啊，2005年6月你都毕业了，那今年多大了啊？今年是24年啊。你刚刚不是说你25岁吗？我25岁。2005年，也就是说我现在应该是42左右的样子。艺术馆的简介，它是2012年3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超级合拍艺术馆，该馆馆长为新锐建筑师何卷。新锐建筑师何卷，他就是馆长。那这个艺术馆真的有可能是我跟我那朋友盖的呀？就是您盖的呀。因为如果2005年我毕业了，那2012年的时候我30左右，有可能可以做项目了。对呀。哎，但是对不起哦，
超级合拍艺术馆两位核心建筑设计师之一的人，在2月28号的时候，在超级合拍艺术馆坠楼自杀了。反正甭说怎么着，他们就是在那个不是那个学院里毕业的嘛，建筑的啊，因为他们有一个盒里肯定有啊。一上来咱就知道，毕业快乐，愿我们的友谊永不止息，非常想念我们在一起玩百变大侦探的 APP 时光，需要咱们助理来念一下。为什么？哦，我们还在上面组建了推理社团，大家一起在百变 APP 里玩卧底和狼人杀游戏，一起玩大侦探同类剧本，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推理搭档。我吗？没错，没错。这个百变大侦探 APP 里都是一些喜欢玩剧本杀和推理游戏的小伙伴，大家可以一起在 APP 里语音连麦玩玩剧本杀、卧底游戏之类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一个百变大侦探 APP 玩。哎，你说的这个百变大侦探 APP 确实，不错，我也经常玩。好，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初升的太阳原来这般耀眼，这是一张河在灿烂的微笑。然后呢，它后边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他每天上学时候的这个多么的辛苦。他上厕所每天就是10点钟上。啊？这也写啊？我想问，每天10点上厕所厉害在哪儿？就是说，你每天坚持就10点钟上厕所，甭管有没有，就是厉害在哪儿？我有没有的，我很规律的，行吗？而且一上10分钟啊。就是他连上厕所都是那个规定好的，说明这个人对自个儿要求特别高。然后呢，出现了手机。手机。超级合拍艺术馆，我看一眼那个鸡皮疙瘩，我不夸奖。然后呢，2005年的11月1号，有一个人叫第一棒。啊？第一棒。第一棒。还另外一个人叫第二棒。第一棒是我吗？他是第二棒吗？一棒跟二棒说今天晚上出来喝一杯嘛，二棒说加班呢，等于就没去这意思。然后到了2006年的2月1号，一棒又约他，今天咱们得聚一下了，咱们兄弟好久不见了。第二棒说，可是我还在加班，会很晚哦。然后那个第一棒说，那我去你公司楼下吧。他说好的，不见不散。是一直是一得约啊。听上去的渣男一样，什么渣男呀、啊？就说这意思啊，就是一直你说你加班呢，一直都在说你加班。没有，第二棒一直在加班，因为我毕业之后，我就是非常顺利的进入了 M 国的最厉害的建筑设计院，眼镜朋友呢就去了一个业内非常知名的一个建筑工作室，然后呢我的工作呢相对非常稳定，是比较顺利的。但他呢，因为没什么背景，他去到那个工作室之后呢，就一直在帮大设计师们做一些就是边角的工作，然后没有办法参与一些主脑设计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比较郁闷。然后到了2007年，又一年过去了。2007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第二棒主动说陪我聊聊吧，兄弟，我需要发泄一下。第一棒说老地方见啊。又过3年啊，2010年的1月1号，第二棒说老地方见吗？他说怎么了？今天竞标赢了吗？要庆祝一下。第二棒说赢了，但是项目给别人了，我还是打辅助。第一棒说我现在来找你，然后第二棒说我没有人脉，就是这样，我早知道就是这个结果，我非常的痛苦，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你老是在搜索阳光抑郁症？第二棒是因为他们的公司非常看重人脉，所以呢只有那些有关系的或者有背景的建筑新人可以得到一些机会，而他呢就什么机会啊什么单子也都给了别人。所以呢他就找我诉苦。老地方就是他们公司楼下附近的一个叫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上头吧啊，就经常、哦、你记得你约他的这个记忆啊？这个我记得呀，啊，而且这个信息也是佐证，就是我的记忆是没有问题的。他为什么搜索阳光抑郁症？我不知道我有阳光抑郁症这件事情。又过了一阵儿啊，就是到了这个 M210年3月1号，第二棒说，
我今天去看了艺术馆项目的选址，灵感迸发了，回来就画了这个。画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东西。2010年设计的，嗯。然后这个第一棒看完这设计说，哇，这个穹顶设计的非常的棒，这个肯定是好啊，有戏啊。第二棒说，那我这回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第一棒说，要么你辞职单干吧，虽然我不能直接参与，但我会一直帮助你把艺术馆的项目变成你最漂亮的首秀。第二棒说，那好啊，未来公司股份给你一半，我们一起把艺术馆拿下，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做超级合拍。我等于是我帮助他，这个创意和设计都是他的，然后是你帮助他的。可是我不记得这件事。第二棒，他是不是自杀呢？哎呦，我这停顿有点长啊，因为你把我们都吓着了，所以没敢接你的话。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喘气，我的妈呀！就是他不是自杀，因为我看见了一个这个储存卡，啊 ，SD 卡在这儿呢。让我来看看储存卡里有什么。2月28，监控录像。12年前，2012年2月28号，就是土卫自杀那一天，有一个监控视频，那个视频呢，已经没有视了，只剩下频了，就是音频，听一听，来，咱们听一下。你为什么没更换穹顶的材料？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件事儿，我还以为你是来恭喜我明天揭幕的呢。你难道忘了这枚戒指的意义吗？戒指。明天的揭幕仪式你必须取消。你从小到大都活得那么的顺风顺水，轻轻松松就能获得成功。哎，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取消揭幕我会面临什么？啊，我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我会成为整个建筑界的笑话。而且坍塌发生的概率很小，揭幕后再从长计议不好吗？在拿人命冒险，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整改，我就把这份检验报告交出去。来了，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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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我，抓紧我，啊！就摔了。哦，啊。他们在哪儿聊的这事儿不知道，可能就是在底儿吧，说这个底儿是不是质量有问题。是第一棒要第二棒取消，对不对？对。第二棒用了不好的材料做穹顶，对，而第二棒觉得他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不愿意取消，对，然后第一棒就要把检测报告交出去。对，然后这个时候听到的那个抓紧我是第一棒的声音还是第二棒的声音？那肯定是二在抢一的呗。二在抢一，那到底是一被推下去了还是二掉下去了呢？艺术馆开幕没有推迟，应该是一。啊，你已经死掉，你不可能。该馆馆长为新锐建筑师何卷。这个是您的照片。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建筑世家，而且我是每一年都拿奖学金，有一些天赋。后来我们班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出身比较普通，但是他特别努力，几乎就是不回宿舍的，就是在图书馆。所以我其实是那个努力的人，我不是那个天之骄子嘛。我也出现偏差了，我的什么父母是什么建筑名师啊，什么这些可能也都是我脑补的。我其实就是一个卷王，是吗？借着刚才大老师那个，我发现了一个手机，这么多手机。施工方公公，手机的主人说，穹顶的防水
保温材料是不是被你偷偷的替换了，你怎么能擅自做主在里面添加了珍珠石呢？要不是我朋友观察仔细，你就打算装作没事了是吗？施工方的这个人就说，我承认是我想为了赚点钱往里面添加了便宜的珍珠石，但要是完全用防水保温的材料，这个穹顶就没有办法建成你设计的那种弧顶。你设计那就证明是二棒，对吧？这个人就是二棒的。一棒发现了，二棒就去质问施工方，你为什么要换？然后呢，施工方的这个人就说，你如果非要现在换材料，那开幕的时间起码得延个半年，而且这个穹顶的造价也要加3倍哦，你有这个预算吗？这架着了啊。对，二棒可能就说，那万一出事怎么办呀？这个施工方说，我之前掺着用过很多次了，都没一点事儿，你放120个心，绝对不会出问题。在M 市的一个建筑材料检测中心，然后有一个检验报告，检验的类别是委托检验，时间是2012年1月30日，然后结论是这样的，确认样本非100%防水保温材料，内掺杂了大量的珍珠石，珍珠石塑形效果好，但吸水性强，吸水后最高可增重16倍。若大量用于建筑顶部，那下雨的时候吸水就有5%的这种塌方的风险。但是呢，这个报告的委托人是彭查。啊？什么？他是一棒。因为检测报告是在一棒手里，一棒要二棒取消第二天的开幕，说不然的话我就把检查报告捅出去。一棒是彭查。戒指在我手上。哦，戒指，当时说那个戒指，哦，你那个戒指就是。这个戒指是我们一棒跟二棒两个人共同赢得了建筑师之戒，就是学院发给我们的，我一个，他一个。啊。然后地区域就是很多那个纸啊堆成了一个山的那个区域里，发现了一个死亡报告。死者姓名、出生年龄、性别、地址什么都被模糊了。死亡的时间是2012年2月28日晚上，死亡地点也就是在合拍艺术馆。该死者从艺术馆高处坠下，掉落至艺术馆旁工地板房房顶，导致死者全身大面积骨折。我的妈呀！肺部被工地的那个板房处的尖锐物品刺穿了。死者生前曾患有阳光抑郁症，并就医。那就一棒吗？所以死的是一棒啊。对呀、啊。嗯。所以是一棒去找他，一棒被推，不小心掉下去了，也可能是。所以你死了。然后你们看这两张那个图片非常像，小朋友在里面，医生笑在里面，抓紧我、现在大家回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纸啊，从这个口吻上来讲，如果不是他，这个他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彭查，如果不是彭查，那他意味着他其实就是指笑，对吧？笑笑。然后呢，他就是造成我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这个逻辑上应该是大蓝友对彭查说的，我要毁了他的心血，他是要毁掉这个楼。下面请移。我首先是去了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展厅。在里面发现了一个2023年8月8日的视频。悟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小狗。一只德牧浑身是血的跑去医院，医生以为是狗狗受伤了，但它突然死死咬住医生的衣角，朝门外不停地拉扯。它好像要带医生去什么地方。医护人员盯上去后发现，
原来有个废弃的小屋着了火，有个小姐姐被困火海，狗狗的这个举动帮小姐姐捡回一条命，果然是汪汪队立大功。这个狗以前立过功，救过它的主人。哇，这个太感人了。我还发现了有一本病历，是一个小狗的病历，主人的姓名容念。2023年8月15日，该狗已为老龄狗，因之前被注入过过量麻醉剂，导致身体机能严重退化，火灾导致外伤未愈合，狗狗时日不多，建议主人带回家好好照顾。可是为什么侦探会有线索？对，也很奇怪。我天哪，第一轮又不能投票了，因为侦探是谁都不知道。我是侦探呀。你现在都有故事了，我跟你说。哦，哇，侦探要变人了。我有故事不代表我不是侦探呀。你讲不清楚。我讲得清，你们问我讲得清。都讲得清楚啊。讲不清楚。也是在那个里面发现的，那个小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是容侦探跟刚刚的那个小狗的照片。哎，这是容侦探哎，他是你本身养的小狗？不是，我曾经遭遇过一场火灾，但是我当时晕了，我刚刚看的那个我才知道是狗狗救了我。哦。汪汪队立大功。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发现每天我回家就会有一只狗狗跟着我。哎呀，我其实不太喜欢它，我就把门就关上了。但是呢，它每天都跟着我，直到有一天下大雨，我看见它还趴在那里，我就觉得它有点可怜，我就抱着它去了宠物医院。然后呢，医生就告诉我说，它曾经被注射过过量的麻醉剂。哎呦。那我想这个狗狗是不是被贩卖过或者怎么样，怪可怜的，我就把它收养了，就很好的去带它。后来我跟它相处的时间很久了嘛，也很有感情，所以我也给它一个项圈，给它取名叫 Lucky。 哦。但是后来 Lucky 走丢了，然后呢，它脖子上还有一个小福袋，福袋里面有一个纸条，不要倒霉，厄运退退退，好像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他那个护身符确实是我的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比较早就离世了，留着我一个护身符是随时跟着我的。我就觉得那个护身符呢是能给我带来好运的，比如说如果我不带它，我一抬头刚好就会有鸟屎就滴下来，我要赶公交车怎么都赶不上。哇，这么邪。对呀，就是会有很奇怪，但只要我带着护身符就一切都很顺利。因为那个医生不是说他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嘛，我就希望我的护身符能给他带来好运，我就把那个护身符就天天挂在他身上。这只狗狗本来快不行了的样子，但是他自从有了我的护身符以后，每天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太厉害了，你这符卖吗？等一下，等一下，那个狗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福袋？对，它有一个福袋。你有照片吗？我说怎么今天小普一来就表演出一种苍老的感觉呢？因为这个狗狗时日无多嘛，它。哇、哦，今天演得不错，今天。我看一下，里面有个纸条，它上面写的厄运退退退。哦，摸摸兜，你看再摸兜了。啊！有！啊！不会长这个样子吧？不会长这个样子吧？我上一秒以为我是侦探的辅导员，下一秒原来我是侦探的狗。我们普普怎么可以不是一只狗呢？它都普普了。哎，这个有，哎，这个有。你是棒棒棒，今天演得真好，演得真好。我的天哪！来听当事人说，应该不是吧，主人？啊，不对，应该不是。哦，不是，
记得随身带在身上，切记哦。哦，很重要。黑色锦鲤卫衣，不要倒霉，厄运退退退。那跟好运来不有关系吗？啊，好运来。还有一个啊，是一个做陶瓷的区域，有一个陶瓷急速烤箱，是烤陶瓷的。嗯，这个上面显示它刚刚烘烤完成一次，但是这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陶瓷烘烤，它烤了什么呢？然后我在那里面发现了一个书包，那个书包里面有很多的汽油、打火机，还有购买记录。购买记录就是今天，他好像想要炸了这个场馆，还是怎么样？啊？他就是造成我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我要毁了他的心血，大男友。哦，我来炸这儿的。但如果那个书包的东西还在，就证明他没有实施。那他肯定没有实施嘛，是吧？肯定没有实施。我在 A 的区域，它有很多就是武器的那种展厅，在一个台面上有一个这样的像弩一样的，哦，但是这个弩缺了一个箭，哦，就扎在那个人身上。对，但是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弩可是好好的放在那个台子上。如果你要用，你肯定是用完了以后，凶手还得把它放回去。对，他还得有时间放回去。对。他是不是只把剑拿走了呀？那他怎么是这样？能用手戳进去的？也是可以。吹镖，吹回去的。就是 A 跟 C 之间的那个双开门是正常运作的吗？对，正常运作那就都有可能，因为也不远嘛。嗯，等于找到了凶器的组件部分。对，还有呢，就是在 C 的一个角落里面，我看见了一个黑色的袍子。啊，就是那个女的穿的。她在她身上啊。哦，还有一个袍子。对于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鹏？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问鹏鹏呢？是因为我还发现，就是在这个袍子的里面还发现了一个远程音乐控制器，这个是控制音乐台的，所以可能只有员工才会有。对啊。完完全全的就是指向了。说吧，是这样，他跟那女的俩人演小品是不是？没有，他那边一个人，这边就哇哇杀了你。听我狡辩，哎，听你狡辩。这事情很简单，我就是这边的门卫，因为下雨天，不能这边有游客滞留。今天大家这么多人来了，也清不出去，所以我就想扮成阿飘把大家吓出去。我就先去了设备间，去了 E， 关闭了所有的电闸，远程控制音乐的。然后我去了 EC， 拿了那个黑色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黑袍子。然后又去 EA 拿了一把长刀，我就在馆里走来走去吓唬大家。第一次是他，第一次的人拿着刀是他。对，第一次我就只是吓唬大家，因为我没有想伤害大家。后面就开了一次灯嘛，不是大家，我就立马把那个武器啊和那个衣服放回去了，然后我就去设备间，我看到了
何卷在那儿，然后呢我就敲了他一下，然后把灯关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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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又是你。对对对，我去，我特别勇敢的去到那个设备间把那个闸给合上的。而且亮了之后音乐就停了。嗯，对对。我就被砸倒在地，但我没有晕。当我再起来的时候，我没看清楚谁来砸的我，但刚起来灯又黑了。对对对，然后我就把灯关了，灯关了之后就出现了另一个人，开始尖叫的那个说要杀了你们，那就是死者对吗？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后面就躲到了地，碰到了你，然后你就走了嘛，对吧？但是他明明不是从地出来的呀，他是从那个球下面钻出来的呀。是，那是我后面，你走了之后，我就钻回了中间那个球里面，然后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就看到了那个黑袍人跟那个好运来他们在打架。我看到他们从这边打到这边，后面我们发现尸体是在 C 嘛，所以我就从 C 倒推。他们是从 F 打到了 E， 就是追逐到了 E， 再从 E 到了 C， 最后好运来从 C 跑了。你亲眼看到他跑出大门外了吗？对。我在等普，所以我一直在这儿，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人从里面出来的。我在看这个图，就是它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有没有可能鹏鹏看到的时候他以为是大门，但是其实是这个门，那是去二楼的门。因为那个球体长这样，大家看一眼啊，它前面和后面这儿是一样的，都有一个这样子的缺口。然后它有一个友情提示，雕塑为自动旋转装置，外力无法推动，雕塑底部感应到有人进入将逐渐停止旋转，最后停在固定的位置，就是停在这个口对着大门，大门的那个位置。他在那个狭小的空间，他只是看着那有一个人出去了，但其实那个是二楼，有可能。那这样的话，那好运来就是从 D 跑出来的，他就是从 A 到 B， 然后 B 到 D， 对吧？反过来的看的话，对，但是 B 不是到 D 是被锁上了吗？所以 B 到不了 D 啊。对，那所以只有 F 到 E， 所以我看的是对的嘛？不，你看的是反的。你看的是反的 ，B 到 D 那个当时门不一定 B 到 D 那块锁了，它有可能是事后锁的。他从 D 走之前把门给堵上了，有可能。对。现在其实是从 A 追到了 B， 然后又到了 D， 而且他们俩都认为没有人跑出去。你后面就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出入了，对吗？对。那就意味着他应该是去了二楼。对。那好运来在哪儿呢？现在？那个门是个密室，你进来之后，你想出去你就打不开了。等一下，如果他从 B 出来的话，那个女的就被困在了 B。B 出不去 ，B 一进去就推不开了，出不去。对，是吧？他被困在 B 了，但尸体在 C 啊。对啊。他困在 B 怎么出来的呀？对，是怎么出现在 C 的？对。啊，还真是还。对，就是从左侧这几个房间到右侧这几个房间，一定有一个别的方式连通的，对，中间的人观察不到，对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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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再去还原一下，我觉得对。对。好。好。老婆，
那分享一点。你是闻出来的吧？应该都是。我觉得他不会是那个狗，不可能。但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对呀、啊，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这个也不知道他是谁了。我知道我是芭比。今天晚上是容念约的我来，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约我来，然后在我们见面的那个地方的脚边，就是找到这张纸片，什么东西啊？什么呀？这是一个图形，这是念呢，这是容念的名字啊。不论他写的是不是念，这个图形一定是跟容念有关的，因为。刚才已找到这个线索，这个是荣给他的狗狗的福袋里面的幸运符，仔细看的话，它的右上角也有这个图形，啊，所以我就确认了这个事情。哦，真的呀？这专属的图形。对，所以这个图形指代的一定就是念。这个其实是我外婆给我的一个家族继承的东西。好，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案发现场了。现场有些展品被打倒了，就是可能房间 C 是发生过一些搏斗的。然后死者的后颈有一个纹身，是这样的。哦哦哦，有个念啊，跟容念强相关的一个图形。所以死的是。容念，不是这个死者的脸清清楚楚，那不是容的脸啊。哦，对。那你的脖子有吗？没有。妈呀！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刀，那个是你在现场拿的那把刀吗？不是，不是，不是。OK。拉开来，上面有念的这个图形，但是下面出现了一个新的没有出现过的名字，叫甄清嫂。什么？然后就是现场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的内页还是有这个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的这个符号了，但是笔记本的外壳，只有一半。只有念的上半截，还是那个念啊。这个笔记本你见过吗？说真的，那个念下面是被涂了还是没写？没有，空白的。这个也是被抹了一半，感觉。这个也被抹了一半。对对对，我刚刚这个锦鲤也被抹了一半。对，这个锦鲤。我现在不清楚这个念代表什么。那就没有其他的线索了。我刚才有一个忘说了，就是这个福袋。啊，今天是我的学生容念邀请我今天晚上过来这个艺术馆。来之前他给了我一个福袋。啊，他说你拿的这个要保平安。这你也信？然后福袋里面的内容。首先这也是一张笔记本上面的字，然后上面有这个一个眼睛。哎呀，吓死了。我就说鹏，我就说鹏鹏今天来就肯定得。紧急快讯 ,M24年2月28日17:17，超级合拍艺术馆发生坍塌事故，除一名女孩成功获救，其余被困馆内的人员无一生还。出现一个事故，只有一个女孩生活。只有。所以我这个表也不是他给我拽的。就是坍塌了，17:17，这是事故发生的。现在其实弄不清楚，我们坐在这的人是不是都已经死掉了？
那我们是谁呢？其余被困馆内的人员无一生还。姨的故事是她自己的记忆和我们找到的线索合不上。不是的，我妈妈是一个成功女士。到了大和张的故事是这俩人的版本都不一样。我的记忆里，我就是一名真正的消防员。我的记忆里边，哥哥的第一份工作是讨债员。我不是那个天之骄子吗？对。我们有可能是我们的梦想。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真实的人物，更像是某个写实故事之后受过创伤的人所留下的一种执念啊。我现在推测就是念指的不是容颜，在场的各位都是被困在艺术馆里面的执念。前面刚刚谁说了，就是这个死者在死之前说了什么？哦，就你们搏斗的时候是吗？对，搏斗的时候。就算不死在我手里，也会有别的人把你们除掉。如果有念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组织的人，他们这个组织有很多这个人，有可能刚才那个标志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组织的标志。对，容念有可能是这个组织的其中一个成员，或者是一个 leader。我们要不然二搜，好吧？好的，好吧，加油吧，大家加油！但是小女孩只有我跟蓉是女生。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好运来，我记得鹏说二楼有一个潮玩店，有一个盒子锦鲤盒。对对对对，走，拆了它。好。因为我很想知道好运来到底是谁。而且现在我们是谁都不知道。E.C. 案发现场，我们的案发现场。哎，刚才那本不是长这样的啊？哪个？你看，执念清扫师。就现场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但是笔记本的外壳只有一半，只有念的上半截。这个不一样了耶，朋友们，执念清扫师。笔记本的内页空白的，里面有字了吗？啊！万物生灵皆有所念，一念成执，则形成执念体。执念体以本体所念之物为基础，凝结成为人的形态。啊！我们是执念，我们是执念。对，执念体无处不在，只因维度不同，生者无法看见。执念体没有时间观念，只会重复本体所执之事。执念体存活的时间越长，所执越深，则有可能变成怨念，从而突破维度限制，影响现实世界，甚至伤害生者。清扫师以清除执念为己任，可通过特殊仪式让执念体进入现实世界的维度，劝其自愿消散，或者物理击杀。击杀，我们躲起来就是因为他要杀人。对，就算不死在我，也会有别的人把你们除掉。当当，他是清扫师，他是个真人。执念清扫师可以用特殊仪式让执念体进入现实世界的维度。他其实是用了一个仪式把所有这些执念体放到现实维度中了。对。但是如果是怨念的话，也许在他的仪式之前就可以进来。有些执念已经成为怨念了，怨念就能伤人了，就根深蒂固了。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些人还在执念的程度上，就是杀不死他的，就我们只能吓唬他，对吧？对对。所以能真凶能影响到现实世界那个人，就已经是怨念了啊。
哦，谁待的时间最久？两个人在争抢之间，一棒就滑掉下去了，所以你死了。死亡的时间是2012年2月28日晚上。朋友们，我再去找找吧。好的。就在那，那个火箭那，就是他。哎，全了。现在全了。刚才是一半，现在全了。有念的上半。这个不一样了耶，朋友们。啊啊！哎呦！哎呦喂！哎呦！哎呦喂！啊！哎呦喂！哎，开了！哇哦！金卡啊！红包！红包！过年了！龙年！呀！呀！好喜庆！哇！哎呦！身体健康，大家都的心愿。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还有一层，嗯。护体锦鲤，希望我的女儿荣念一生平安顺利。这是妈妈给你的，这是我的护身符。对呀，荣，这是保护荣的。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比较早就离世了，留着我一个护身符是随时跟着我的，我就觉得那个护身符呢是能给我带来好运的。哎，这孩子因为体质特殊，总会被一些坏执念欺负，自己还觉得只是倒霉，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我一抬头，刚好就会有鸟屎就滴下来，我要赶公交车，怎么都赶不上。荣念老是被一些坏执念欺负，就好像在说他女儿也不是个真人的感觉。啊？好像不是普通人啊。没有。哎，之前不是说死者是被困在1B吗？对。去那个房间看看。好，走。这个屋吧，就是这个屋，这个屋只能推开。封死了，你看啊，他只能推开。你看这个门哦，那个能打开吗？打不开，现在被锁死了。哎，那我们现在不是被困在这儿了吗？对，哎呀，这门是个密室，你进来之后，你想出去你就打不开了。但尸体在飞啊，他困在 B 怎么出来的呀？你说这个屋是不是一定有别的地方可以进出呢？这个柜子。啊，有纸条，有东西。哦。来，侦探。何卷和彭查。谁？哦。哦，哟哟。为什么我的脸变成你的样子了？所以第二棒的执念就是想成为第一棒。你是何卷？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建筑世家，我后来考上的是 M 大的建筑系，也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学校。我毕业之后，我就是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最厉害的建筑设计院。这个是他每天上学时候的这个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卷。我没有见过比我还卷的人。那因为没什么背景，他去到那个工作室之后呢，就一直在很辛苦地打零工，所以就比较郁闷。我是何卷，是我在我的执念里面，我的脸是长成彭查的样子。哦，
对他，因为他就希望变成他嘛。对。所以你才是戴眼镜的那个人。我才是戴眼，我一直在找我自己。其实，我的好朋友就是他的特征，就是他戴个眼镜，找不到他，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儿的。因为我羡慕别人的人生，就觉得为什么我不是幸运的那一个？我把自己都给忘了。我封起了楼梯，同时隔出了只能从我办公室进入的秘密空间，那里只属于你和我。你和我是谁啊？何卷和红茶啊。哦，馆长是我。你建了一个这个，但是你把楼梯封起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屋是一定有别的地方可以进出。这是什么东西？看看是什么东西。建筑师之戒。建筑师应当始终关怀全人类的福祉。著名建筑学家。这长得就是彭彭的样子呀。是您爸爸是不是？啊，我来看看。你想成为著名的建筑师？我们再找找吧。嗯。这抽屉都看过，是刚才是什么都没有。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什么呀？地图啊，结构图。啊，这有通风口哎。就是这个上面有通风口。对，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可以有办法上到二楼的，就是这个地方关不住人，通到上面，通到二楼，还能到哪儿啊？不是，他得踏在一起，可能是不是得踏一下，叠一下，叠一下。在通往二 B 的路上吧。就是通过那个坍塌的地方。在通往二 B 的路上吧。那我们看看那边是不是有别的可以。那我们问题是我们现在怎么出去？哎呦，严谨严谨。严谨严谨的，等于我们从这边应该通到的是二 C 到二 B 中间的走道，就是那就是这儿了。这是一个空间。我怀疑这个应该能进去吧，这就可以下到一楼去。哦，这是那个通风口。通风口，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可以下到一 B， 一 B 的人也可以从这儿跑出来，不会被关在里边。
因为在这里的人，所有人即使没当年没死，今天五点十七分也都死完，也都死了。哦。啊，彭查，这些年血肉模糊的你，总是来到我的梦里造访，让我压抑的无法喘息。醒来时看到你送我的手表还在静静转动，提醒着我是如何为了成就事业而荒废了人生。当年的我太渴望名利，在你坠下的瞬间，我有过一个卑劣的闪念。抓紧我！死亡的时间是2012年2月28号晚上，而这也成为如今夜夜击中我眉心的那颗子弹。如果我当初紧紧抓住你的手，现在会是怎样？这是我的那个作品。我永远无法像你一样赤诚坦荡，这个穹顶马上就要拆除了，这可能是我唯一能挽回的错误。何炅，我想要挽回。紧急快讯 ，M24年2月28日17:17，超级河畔艺术馆发生坍塌事故，除一名女孩成功获救，其余被困馆内的人员无一生还。怎么想？你说真的有声音？哎呦我的妈呀！怎么这么……什么想？就没啥事儿也这么吓人？妈，要不是您来了呢？我真的是，诸位您也来了。什么想？什么想啊？日历、啊、哎，日历啊，电子日历，电子日历，3月6号了，今天已经是3月6号了，今天不是2月28吗？ M224年2月28日应该就是今天吧。 M224年2月28日今天写的。2024年2月28日，超级河畔艺术馆发生坍塌事故，被困馆内的人员无一生还。啊！一周以后了。什么、啊？我用两个电话告诉我自己，不可能。哦，今天是3月6号了。我的妈呀，一周以后了。啊，还有呢。痛心，艺术馆穹顶坍塌事故，3人1狗丧生。3人1狗。什么？汪汪队。M224年2月28日17:17。超级合拍艺术馆发生穹顶坍塌事故，坍塌导致2层部分墙体倒塌，一部分门框结构受损，所以看到的那个门开合，它其实是因为坍塌了。门开合受限。据了解，坍塌发生时已过闭馆时间，滞留在馆内的馆长何某，市民大某啊，和一只德牧。员工乙某，妈妈，妈妈，妈妈，因为妈妈没下班。我妈妈死了。对，对。唯一幸存者为一名18岁女孩，当时她正在艺术馆入口等待与失散多年的妈妈见面，在坍塌发生的瞬间被人推了出去。
根据 DNA 对比，死者乙某为幸存女孩的亲生母亲。所以只有我活着。执念体无处不在，只因维度不同，生者无法看见。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你就是乙美美？我不是被你推出去了吗？没有，是你被推出去了，你就不会出现在这儿。出现在这儿的人都是走了的。哦，你是乙美美想见但没见到的那个女儿。你是你妈妈的执念，你把你自己想成了女儿的样子，因为你的执念之物是女儿。笑笑，妈妈不应该为了搬砖把你一个人锁在家里，这是妈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我把我自己想象成我的女儿了，对，对不对？对。我跟你说，为什么你的故事跟真实的不一样？是因为你的妈妈或者说你本人希望自己的女儿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很成功的女性，然后她把事业跟家庭都兼顾得很好，这些珠宝都是我妈妈给我买的，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像芭比一样带大了。所以在妈妈的执念里面投射出来的你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是完美的，一个就没吃过苦，就是像公主一样没有吃过任何苦。大家好，我是芭比，我叫宜生笑。我呢是一个全职女儿，我是爱妈女。我从小就身体非常健康，身体倍儿棒。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其实你就是跑丢了。寻找爱女宜生笑 ,M212 年的2月28日她在艺术馆附近失踪。滞留在馆内的馆长何某、员工乙某、市民大某和一只德牧丧生，张苞没有本体出现在这里面。请问那个锦鲤少年去哪了呢？对啊，锦鲤少年是谁？我也很好奇，这个我真的很好奇。我们再到二楼再去看看好不好，朋友们？我们再找找，我们再找找。会不会有 Lucky 的线索哈？朋友们，这里有好运来写给狗狗的信。好运来写给狗狗，在这儿，在这儿，在这个狗狗的包包里。哇！狗狗朋友你好呀，没想到会在艺术馆用这种形式和你再次相见。等你恢复生前的全部记忆的时候，或许有些缺口需要我来补上。半年前我为了救一个重要的人不得已占据了你的身体，我很抱歉，但是希望你能理解，毕竟我们都有要用生命去守护的人。我曾经遭遇过一场火灾，但是我当时晕了，我不知道是狗狗救了我。2月28日，你的意识突然觉醒，跳窗跑出家，跟着他进入了艺术馆。坍塌发生时，你用尽全部力气奔向了他。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回头看你一眼。对不起，没能让你活着见到他最后一面。但或许现在还来得及，我把好运藏进了大黄狗里，你们一定会在馆内相遇的。好运来，好运来。我想问一下，他是谁？对，狗狗的狗狗要守护的人，他要守护的人。狗有一个原本的主人。对。对。而且这个人跟着他一起进了艺术馆。这个人跟着他一起进了艺术馆。2月28日，你的意识突然觉醒，跳窗跑出家，跟着他进入了艺术馆。今年的2月28日，我在家里边隔着窗子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烟草的味道，然后我就跟了过来。
我来的时候，就老一男的跟着我，就是他，老要跟我贴贴。哎呦喂，老这么的爱我事儿。好运来是按你妈妈立场走，他是狗狗本体的意思。你是狗的执念，因为你闻到那个香烟的味道，你闻到那个烟味，只有狗的鼻子才能闻，所以你是狗。原来你才是。所以弟弟根本就不是个人，是一条狗。我弟弟是条狗啊。等一下，对，我想说的就是从来没有人说过弟弟是人。对对对对，全对了全对了全对了。弟弟小脸好黑，和我最喜欢吃的脏脏包一模一样，就叫他脏脏包吧。你是脏脏包。对，他身上有你熟悉你哥哥的味道吗？你跟他过来的吗？我跟着你进来的，然后他在后边跟着我进来的。对，所以你来找哥哥的吗？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所以你跟哥哥走丢了，其实是狗跑丢了。有一天就在公园里边溜达，我们俩就丢。要不然遛个公园能把弟弟溜丢了呢？对。哦，所以那个要债也是狗去尿了尿。有个环保公司曾经去吓唬过怡梅梅，说在她门口泼了水。狗帮他那个撑那个场子了，他带着大狗带着去撑场子，所以要来了钱。陌生人会觉得那个狗很吓人。哦，原来你是狗啊。我喜欢跨栏，原来是这样跨的，不是这样跨的。哦，漂亮。啊，脏脏包在这儿呢。你是个小黑狗啊。对吧，这样能理解，这封信也读得顺。对，是我走丢了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野狗，然后他那边着火的时候去救了他，然后之后被他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半年后我又醒了啊。还哎，别忘了他还烧了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烤箱是烤陶瓷的，但是这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哦，有个陶瓷，他用那个陶瓷那个烧了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陶瓷二 B 刚烧完的瓷器。哦，对，这个也没弄明白什么意思。要能放到这里面的应该不大。陶瓷就是刚烧完的一个瓷器，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了。锦鲤。哦，他烧完了之后里面有东西，我要把砸了。对，别呀，干嘛？没必要。这狗怎么回事，小宝？暴走就是比较暴力。对对对，门开。主人，主人，主人给拿走。哎，我说他怎么老贴贴呢？哦，就是后来老贴我，我老贴自己这下。对对对，我说没事贴我干嘛？容念你好呀，我是好运来。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喜欢我，因为偶然听到了你妈妈的祈愿啊，我便决定成为你的锦鲤。我从小就有一个护身符是随时跟着我的，只要我带着护身符就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当你被怨念困在火海中时，我的好运也失效了。我无法直接影响现实世界，只能占据一条濒死的德牧的身体去寻找救援。我曾经遭遇过一场火灾，但是我当时晕了，我不知道是狗狗救了我。我也得为此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我将困于它的身体之中，直到它死亡。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发现每天我回家就会有只狗狗跟着我。那个狗狗呢，后来我跟它相处的时间很久了嘛，也很有感情，所以我也给它一个项圈，给它取名叫 Lucky。而之后我也不能离开他的死亡地，并在第七天结束时消散。锦鲤已经消散了。对，因为七天之后他就消散了，因为现在已经是3月6号。其实好运来是一个锦鲤，是一个妈妈的一个，就是一个妈妈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他就是一个会带来好运的人。就是我们人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执念，
就比如说我们所有人都在期望说，哎呀，明天一定要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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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人的意念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真的有一个好运体出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锦鲤呢，就是我妈妈的愿，变成了一个锦鲤在守护我。现在你就在结界之外，我已经把这个杀手执念体困在房间里了。进来之后你是安全。进来之后你是安全的。我已经快要消散了，希望这条陶土锦鲤能代替我，继续给你带来好运。所以荣，你现在也是一个执念体吗？不是。所以他现在是。他现在是一个活人，我是一个活人。你是天生可以看到人的执念？也不是，也不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物理空间的，但是只是生活在不同的维度。所以我们互相可能看不到。只有怨念可以伤人，但是除非有一个人有可以做一个结界，需要通过仪式结界才能让双方突破这个维度，同处在一个空间，才能互相看得见，互相影响。执念清扫师以清除执念为己任，可通过特殊仪式让执念体进入现实世界的维度。所以你是执念清扫师？我妈妈其实是执念清扫师。哦，我其实是18岁的时候继承了一个箱子，里面是我外婆后给我的一个继承的东西，我就知道自己是执念师。在整个艺术馆外面发现了一张，这个图形一定是跟容念有关的。来吧。什么？怎么了？哎呀，这是什么？来，清扫手册。清扫手册，清扫师绘制结界图腾。结界图腾。开启仪式之后，就是你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个面子。开启仪式之后，执念体将显现于现实世界。身体机能与生者无异。其本体的相关信息将以结界内的物品为介质显现。啊，就是现场的所有线索。我打不开边，我就救不了他们。仪式开启后30分钟，结界形成，只有清扫师和佩戴特殊平安符的人可以进入。你给他那个眼睛是为了让他看到我们？对，我要给他一个符，他才能够跟我一起进来。执念体可通过本体的相关信息意识到自己为执念体，并恢复本体的完整记忆。执念体只能自愿消散或者被物理击杀。执念体是有两种方法可以消散它们，一个呢就是像我以我的职业去帮助它。比如说你生前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帮你去看看。打消了你的执念之后，你可以选择自愿消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物理强行把这个执念给消散了。你明知道我们是死人，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劝咱们消散呀。那他来干嘛？我都没搞清楚，他来干嘛的呀？因为曾经我被怨念伤害过，所以找一个人就是力气大点的啊，护着点啊。仪式结束后，结界消散，现实世界将恢复原状。清扫记录，荣一类是我的外婆，这是荣翔，这是我妈妈的。大张夫妇。车子在艺术馆附近发生车祸侧翻，驾驶位的丈夫身体被方向盘卡住，
副驾驶的妻子被变形的车体压住，两人觉察到油箱侧漏之后，为了让儿子活下来，指导他爬出车外，并跟他们说去旁边管的施工工地寻找灭火器。他们想知道儿子有没有活下来。我是个小废物，我拿不改变我就救不了他们。调查情况，独子大男友已被收养，健康活着，已转达，执念体自愿消散了。还有还有，这是我接的第一单。哦，嗨，还有什么？清单啊，结界内的所有执念体将显现在清扫画卷。核卷执念本体，核卷。彭查执念本体，彭查。张张包执念本体，张张包。生肖执念本体，于美美。大男友执念本体，大男友。好运来执念本体，众生所执之事如愿。清清扫执念本体，历代执念清扫，所执事清扫一切如愿。他是历代执念清扫师的执念，他意思就是说清扫执念的人其实也会产生执念。杀手的执念体，清除一切执念。那他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这是什么？黑的一个大扫，大扫除，清扫干净。就是我十八岁不是收到一个盒子嘛，上面有我所有的前辈的东西，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啊，今天呢，因为之前被怨念给伤害过，所以我有点害怕。今天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怎么用，我就把它带在身上了。嗯，他就说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部杀掉。所以就用这个把呼唤出来了，啊，是这个在，是这个东西，这是历代的一个就是杀手服，对，对，是这样的，如果他是一个真人，能杀他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年的怨念，这个就可以排除我们一些刚刚形成的执念。但是他既然也来自于这个，就说明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清扫师，他是历代清扫师的执念，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杀掉他了。执念杀了执念，执念就可以杀执念。对对对，所以就不可以从我们形成的时间上去排除人的嫌疑了。对对。还有什么没找到的吗？哎呦，哎呦，哎呦！咱俩抱团有什么用啊？咱俩抱一块有啥用啊？就现在来这种了是吧？什么？怎么了？就突然就被……哎，哦，这是啥？什么东西啊？哇哇，走马灯，我从来不想成为什么超级英雄，我只想救下你们。啊，对不起，妈妈。笑笑，对不起，妈妈不该那么。我又看到你了，向我走来，像初升的太阳。只希望你能守住建筑师的初心，只要我在，没人能在穹底下受到伤害。这是我大哥哥，能让我奋不顾身的，从来都不是快男，而是你。那可以串一起了。我其实是那个努力的人，我不是那个天之骄子。
一棒要二棒取消第二天的开幕，说不然的话我就把检查报告捅出去。一棒是捧场。死者生前曾患有阳光抑郁症。M 2012年2月28日于超级合拍艺术馆坠楼。吃是茶，集是卷，合是 H， 拍是捧，超级合拍就是捧茶和卷。他砸到了那个平房的时候，他没有把那个平房全部砸塌，然后可能留了一个口，然后那个小女孩从那个口钻出来了。为了躲避这个小女孩，造成了车辆的侧翻。我打不开灭火器，我救不了他们。我用尽了所有的全力把那个小孩推了出去之后，我释然了。你小脸好黑。之后我跟哥哥相约明天，书包里面的汽油，我来炸这个穹顶，马上就要拆除了，这可能是我唯一能挽回的。M24年2月28日17点17分。超级合拍艺术馆发生坍塌事故。其实这个走马灯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那一个瞬间留下的记忆，然后所有的看到有颜色的部分就是最在乎的那件事。为什么狗狗会幻化成这个样子？对，因为我给他买了一个由我最喜欢的演员张若昀代言的狗牌项链，是我最喜欢的，不是你的，怎么狗头卖一个张若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知道，你们是已经不在了的人吗？知道了呀，现在其实大家都想起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根据空间动线和动机，为什么这个人的执念要杀掉一个杀手执念体？杀手执念体其实是因为今天容念带了一个大扫除的锦囊在身上，对，所以呢被他呼唤来的。而这个杀手执念体，他跟容念的风格不一样，他就是简单粗暴的要清除干净，就是用物理方式干掉。那等于说把他杀的时候算自保呗，对，或者是想保护别人，或者他还有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完成的事情他一定要完成，他不允许别人来影响他。好运来是说他把他困在了 1B， 对，但他最后出现在的是 1C。 所以我们知道刚才看地图 1B 是可以有一个通风口道，是可以上二楼的。他是不是也通过二楼过去的呢？可以，对，就是说他又从二楼跑到了一楼呢。再去找找看，再下去他能通吗？哎，这中间有个隔断呢，我把它打开看看。你小心哦，小心碰撞头。哇，还有什么？哎，哇，这边也是通风口。哦，你有那边能通过去。有一个东西，他的身份牌。身份牌？谁的身份牌？曾清嫂。曾清嫂，哦，就是曾清嫂来过这儿。他应该是从那个一地翻出来，对，通过这个通道。那那边还能再下去吗？能，那就是直接下到 EC 了。对，直接下到 EC 了。哦，是吧？对。我们坐下聊吧，来，可以讨论了。因为刚才大家也说到我可能会有嫌疑，对吗？我要把自己的时间线说清楚。我是知道2月28号这里发生了坍塌事件，死了很多人。我呢是下午的17点，我先到了这儿，因为我需要一个结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5点30分的时候普到了，我们俩在这儿会面，会面之后呢就一起进去了。真的是我无意召唤来的。那他出现的时间应该是17点左右，那么好运来消失的时间是17点17分，说明真被困肯定是在17分之前。我想请每一位从头捋一下清扫师出来之后的动线。我接到了那个队内的任务，我就来了，然后仔细把二楼的房间都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危险。
然后我又回到了一楼，意外的发现这一楼中间是这个球，然后中间竟然是空的。我就进去看了看，我发现还能看见一个缝儿，然后这个缝儿我刚要看的时候，这个灯突然灭了。然后我看见了一个穿黑袍的，似乎在找人。我刚一出去，灯就亮了。我英勇事迹没弄成，我刚想到这儿，刚要叹气，灯又黑了。这时候，黑袍人又出现了，拿着刀说：“出来，我要把你们所有人都杀了。”这种危及人民的事情绝不能发生。我当时过去就要打他，我刚一打他，咣叽一嘴巴给我抽飞了。这时候，那个贴贴少年也冲了过去，然后他也被打了。然后我一看，这肯定是打不过呀！我跟所有人说，都不要动手了，赶紧躲，赶紧躲，赶紧躲！我也是慌忙的躲，我就到了这个二弟，然后呢，那个柜子里头，我就在那等，一直等着呢。我就是看见哥哥上去跟尖叫女就打起来了，那他跟人打起来，我肯定就是也得跟着上啊，我就也冲上去了，然后就被他打了一下，打了一下，然后就吐血了。然后我哥就说：“这个这打不过他，咱们就赶紧躲吧。”我说：“躲着。”我就听这个话，我就到二楼找了一个地儿躲着去了。你为什么不跟他躲到一个房间里啊？对，我正想说，你的执念就是他。他让我们分散开的，这是他下的命令。他说大家不要聚团。对。关了灯之后，我想起一亿有电闸，于是我就偷偷的溜过去把这个电给打开了。可这个时候我的后脑勺被重物打了一下，就直接给我干地上了。我当时爬起来还没来得及看是谁，电闸又关掉了。谁关掉的？第二次也是我关的。但为什么你第二次不打开呢？因为第二次刚刚弄完，就那个女的尖叫的声音就出现了。她说：“我要杀掉你们一个一个。”我就说：“这个管好疯啊，好颠哦。”然后呢，我就探头一看，就看到她把这个张姓的少年一脚踹过去，然后这个上去就开始口吐鲜血。我说：“哇，这不是疯子，不是很颠的事情，是真的要杀人。”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就马上溜到了二楼，找到最偏僻的二 A 那个角落躲了起来，直到荣和普过来把我找到。第一次灯亮了之后呢，我就发现那个大从这个球里面钻出来了。对。这个时候呢，灯突然又灭了。灭了之后呢，就出来了一个女人，就开始喊什么"我要杀了你们啊"什么的，我就跑了。然后我从哪儿跑到哪儿？我本来跑到了异地，然后我就遇到他了嘛。对。那我就想，那我就不去异地了，让他藏在那儿吧。然后我就去了医院。我在这儿等我妈妈。那鹏，我先去关了闸门，穿了袍子，拿了武器，突然发现灯开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不对了，我就把东西放回去了，然后我又去了 E 把他敲晕。哎，你用什么敲晕？手电筒敲的。我刚要关的时候就出现了后面的事情，张张包被打飞，然后他说都打不赢四散跑了，跑了之后我就去了 D 碰到 E， 然后他就去了 F， 后面我就没见过他了。你怎么又躲到球里了呢？后面没有声音了，我就想去外面看看情况，然后在球里看到那个，然后最后看到纪念品好运来，好运来把他引诱到 B， 以为自己在那儿把他困住了，然后从 B 进房间进到了 D， 然后再把电话亭推过去反锁，还放了一个大石头，他上去给他写信，然后就消散了，所以他才有一封信放在那个井里面。后面我就里面缺氧没站稳，坐到了地下。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郝运来为了保护你，以为是非常安全的把他困在了一 B， 但是呢，一 B 的通风口是对着楼上的一个通道的，这个通道呢，其实我之前把那个通道封起来了，我是把它变成了我自己的一个私密空间，然后呢，那个通道其实也连着一 C， 在鹏鹏的密切监控下，我们发现并没有人从一 B 到一 C， 且彭查实际监控方向就是上二楼的楼梯口，
二楼的人要上下不可能避开棚的监控位，可是尸体却出现在了一厅。而且那个二楼它是有一个玉佩，说明它肯定是上了二楼。对，我说一个可能性啊，他被人在二楼杀了，从通风口扔进去，不太可能在二楼被杀掉。就是以我们任何一个执念醒来的时候，有谁再勇也不会认为自己有这么大的无力值。嗯，还有一个是在 EC 的那个案发现场，展品被碰坏，那 EC 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不是把尸体扔到 EC 的，就是在 EC 进行搏斗。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甄清嫂她从 EB 她就通过那个通道下到了 EC。 这个人是被背刺然后趴在地上死的，他是背后出现，他不是正面。很有可能是本身凶手躲在了 EC 后的。他为什么躲在 EC 不躲？那他武器是从 EA 拿的呀。EA 拿的是因为黑暗当中他要去拿一个东西防身。哎，对。那他为什么防完了不在 EA 躲着呢？因为 A 呀、啊、全是武器。在那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 EA 的门和 EC 是通的呀，他直接推开门他就可以到 EC， 所以他在 A 拿一个武器拿到 C 藏起来，那是一个饰品馆，我觉得合理一些。今天就是有明确承认去过 EA 的只有鹏鹏。如果顺着你这个去想的话，其实鹏鹏的可能性就挺大的。你可以撒谎，他可以在你跟我们说在那儿目击那段时间自己钻到 EA 去拿东西，只有他看到 ABD， 然后明显的是郝云来跟这个甄清嫂是两个人进去然后一个人从 D 出来了，对吧，那么就说明有一个人被困在那里面了。然后这个凶手再满足一条件是知道通风道，知道通风道且知道甄清嫂被困在 B， 所以 C 就变成了完美的伏击点啊。哎，对，按时间逻辑就是容念布下结界之后我才出来的嘛。对，那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想把大家下雨天清扫出去。他的执念就是这个建筑物不能塌，这个建筑物里不能死人，他没有要杀人的动机。那所以相同的逻辑，我就不可能去杀了这个执念师。你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 EF 无论如何他要穿过视野才能到达 EC。 对，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彭查和乙可能性不大，所以彭彭的证词是完全可以采用的。对，凶手不一定需要知道这个通风道，他因为在 EC 候着了之后他就知道了这里有个通道是可以通上去的，然后他杀完了之后他知道这个可以上去，于是他从这个通道又爬上去了，回到了二楼，去到了他自己藏的那个空间。上面的三位嫌疑相对来讲是大一点的，谁能够发现这个雕塑机制，人进去之后不转。我怀疑的是何卷，因为我最早敲完他之后再也没出现过。我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我的原因，我现在自己的认知啊，我是一个25岁的一个大学生，而且我特别的优秀。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馆是我建的，我也不是馆长，我也不知道二楼有这个通风口。一进通道我就会觉醒，觉醒完了我就不会杀，所以就不是我。
我们一定要用就是一个自然心态，就是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谁最有可能有强烈的动机是爬出去把他杀掉，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把自己藏起来保护好。但是仅仅自保的话，其实支持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躲着，这更合理，对吧？嗯。而站出来去向这个恐怖女杀手进行反抗，总结上来就是一个是要有必须要完成的事，对，且很着急，对；还有一个要保护的人，对，基本就这两点。对，要保护的人就只能，比如会不会哥哥弟弟早就相认了，或者说第一棒、第二棒早就相认了。我比较怀疑大。因为我觉得他是比较英雄主义的，他单位给他安排了任务，这里会出现危险，他要保护别人，他是唯一一个冲出去干掉凶手的这个人。是的，在动机上真的大很，他是比较有可能做这个英雄主义的事情。我是最有可能，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看见那女的我已经忍不住了，就说我要保护你们所有人，我不直接就上去了吗？直接人一大嘴巴给我扇走了吗？不是这个吐血了，不就怂了吗？后来你不是你又上去了吗？这攻击又给你给打了。对，就是我们两个连续被打了。对，对，他说了不能正面跟他打了。然后所以我才说大家都躲开，然后待会儿看看怎么样。这里面呢，张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张是已经认出自己的哥哥了。我的执念就是保护他，对，他是要保我。而且他鼻子好使，他是不是能追着闻着人的味儿就去杀人去？他应该没有人味儿，但是我就从动机上来说，就比方说，如果我是本体是一条狗，但是当时我肯定意识不到啊，嗯，那我也会遵从就是狗狗这种动物的一些行为本能，比方说我看到它去跟人搏斗，我不由自主就会上去帮助它，对吧？但是当它是我的主人给我下命令说在哪儿待好的时候，我应该会相对去服从这个命令。要遵守这个动物的本能，但你的执念形态是张若昀，不是狗。张若昀还拍过古装戏的，用弩杀人是非常不是这个事儿，跟张若昀肯定没有半点关系，没关系啊。因为是他卖这么一个牌，所以就导致人形幻化成这样。因为他要成为哥哥最喜欢的样子。嗯。那我其实只能怀疑大，从动机和行为来说，救人是现在特别强烈的，还要从手段上来说，我是一个救火员，如果说关键时刻这个东西救不了的情况下，让大家躲好是我唯一的责任，不要再接着受伤了。大家都执念体，一切都是按照执念体的逻辑来盘。对啊。好吧，祝大家好运吧，加油加油。通过这个密道和大厅中间有彭查这个观察者的设置，基本上可以排除彭查跟医生笑，嫌疑就集中在了三个住在二楼的人里。从杀人动机论，还是大蓝有最强，因为他这个执念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产生的想要保护大家的一种正义感，意识到自己在正面的武力对抗可能战胜不了的时候，他很可能会选择一种其他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一票投给大蓝友。直走，右转。不要搞这种，真的，一惊一乍。哎呀，好，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在我的视角里，必须满足要知道在二楼有可能发现通道的一个机制，中间转盘雕塑的机制，我跟大老师进去过。何老师可能看到了没有动。第三个就是在一楼他有机会去到武器库的是谁，只有孙怡跟何老师。何老师灯亮了，我去敲晕他，敲晕他之后突然外面传来了声音，这个时候他说不定就去过 1A 对吧，中和上面三条何老师一人不在。
我先排到的是一楼的朋友，然后现在就剩下何卷跟张张包。哎，何卷儿啊，如果何卷他看见了牵手的那个塑像，他也许就会想起来以前的事情。张张包会因为要保护他的主人，很难弄啊。何卷儿是啊，我的脑子既然不好使的话，我就听我的心的。啊，来了！哇，这么厚的门，厉害了。我开始是更怀疑大蓝有的，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英雄主义的人要保护大家。后来我一想到，如果真的是他做的，那么他不需要再躲起来。所以今天这票我要投给张张包。是你。就投一个大蓝友吧，因为我觉得大蓝友知道赤手空拳打不过他，所以先去一楼拿了那个弩箭。好了，我投完了。对于一名在一 A 房间拿了凶器的凶手，为什么不躲在一 A， 反而要换一个房间躲在一 C？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很有可能知道秘密通道的一个出口就在 EC。 太难投了今天这一票。我其实作为一个执念师，我比较客观的在看待这五位朋友的一段人生和他们自己的执念，其实我蛮心酸的。我会觉得二楼的三位可能性大一点，嗯，大蓝友个人英雄主义，为了救所有人；张张包为了保护主人；何卷为了朋友。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我个人可能更愿意相信凶手是为了投给你吧，希望你是也不希望你是。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九季，谁是杀害甄清嫂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一楼都，我觉得你回来吧。啊，有人投狗狗。获得零票的玩家是彭茶。哎呀，我就知道我是好人。于美美 China， 还真的有人投。获得一票的玩家有张张包。啊，谁投狗狗的是谁？我可没投啊。所以就咱俩了。咱俩七个人现在已经有一票了，有可能平票。哎，平票。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大蓝友和卷之中，谁的票数更高呢？大蓝友投给了。我不能相信我的小狗不听我的话，所以我要投给何卷。何卷，就我不得投你，我只能投你。我没有人投了，我又不能投狗，我只能投你，我没有办法，这都没有办法。就为什么不能投狗呢？我觉得他是我的狗，他那个理由，说我说不让动就不动，那算了啊。于美美投给大蓝友。
投我干嘛？怎么回事？这个芭比，这个芭比是怎么回事？哎呦喂！那你说说，哎呦，捧茶、投给何卷，2-1。张张包投给大蓝友。你这真的哇、哎、呀，你就是真的是咱们就是什么人，真的是就看你们俩了。哎，平票了。侦探容念和助理匍匐都投给了个人，可能更愿意相信凶手是为了英雄主义，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你吧。曾经大男友没有办法救下自己的父母，而在现在他终于有勇气去保护自己眼前的所有人。好，大男友。大男友，大男友4票，请进庭。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难过，就是说冲动魔鬼。但是我后来琢磨，对不对？肯定不是，对不对？何老师想明白了。哎呦，糊涂啊，糊涂！这个世间的人太糊涂了。大蓝友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糊涂啊，糊涂！太糊涂了。失败。你看看，怎么可能是我？是个，我后来想通这个逻辑，就是他在一楼杀完也好，在二楼杀完也好，他最后都要躲到二楼去。可是我觉得大不会躲起来，因为他是一个英雄，他保护了大家。我都说了，我已经是英雄主义了。本案的真凶是。我就是本案的真凶，张张包。累了充充电，来瓶望星人。有请代理会长，发放由望星人电解之水提供的侦探徽章。来，我来给张张包发金条。真狗！你是不是人我不知道，但我是真的狗。好厉害呀！哇哦！张若昀够厉害的，张若昀2次骗我，事不过三，没有第三次了。收留心碎哥哥，祝贺若昀拿到6个。但我就是为了保护他呀，对吧？对，因为他为了保护哥哥，他什么都可以。我勇敢机智超过了一个狗狗的这个常规。其实我是觉得，你表面上说主人要我待在那，我就会听主人的，但是这是狗的服从性嘛？嗯。但是它还有一个保护性。但是呢，我又愿意相信一个英雄。你得了，你愿意相信的是小狗，他就愿意保护主人。我都说他们不愿意相信一个人说自个儿有这种情节。狗狗赢得全世界，厉害厉害厉害！棒棒棒棒棒！今天玩的真的玩的好。今天我觉得其实讲到一个执念的消除，可能最后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心中的那些疙瘩，那些心病如何放下，如何和自己和解。我觉得是一个蛮有哲学意味的一个主题。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么多悲惨的事情，但是说从悲惨之中还是看见比较光明的一面。我以前有一个人生最终幻想，就是我们家小狗能变成一个人，而且还是张若昀。然后他还投了你。赚了。然后好，非常精彩。那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了。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谢谢谢谢。
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佳洁士锁白牙膏，主动美白，真相大白。本节目由佳洁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推理更有无感保护的护舒宝液体卫生巾赞助播出。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那我要执行我最后的一个任务了，就我想先把你放出来，好不好？啊，我还能放出来啊？作为一个执念，你就不用进笼子了。谢谢啊，好好好啊。好啦，作为一名执念清扫师，我现在要问各位，你愿意潇洒吗？作为彭茶来说，我觉得是不愿意的吧。快快快，出去！今天艺术馆下雨天闭门。但是如果从知道这个无法挽回的这个结果来看，我觉得消散才是最好的。那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啊，再活一次吗？哎，不是，重建一下这个超合拍吧。但是一定注意，千万盯着包工头，不能偷工减料。好的。对。对于何卷这个人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放下，他应该尽快的开始一个，我觉得一个新的旅程吧。不要去，就是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命运。是的。如果最后要做一件事，说一句话的话，我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让何卷和彭茶再一次用某种方式相遇，让何卷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遇。你愿意放下吗？怎么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问得那么深情啊？哎呀，什么意思啊？他愿意我就愿意，老高肯定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执念这是我一定要放下的，因为我父母还在的话，如果他们有另外一个空间来看见我，他们肯定也希望我放下。而且你找到弟弟了，可以放下了。对，可以放下了。对，清老师，我有一个那个小小的愿望，就是那个我哥哥可能他从事的职业没那么光彩，但是我希望他能以一个英雄的一个方式跟他的这个爱犬，就是两个人进，因为他毕竟在这最后的崩塌的时候他救了一个小女孩，他成为了他心中的那个英雄。对，我其实这一辈子都是在为女儿努力，为一生孝去努力，然后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还活着。我觉得他活着然后并且很健康，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对我来说就已经很知足很满足了。好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执念，我在这里祝福五位新一段的旅程一切安好。如果我没有松手，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来？我有一个念头，就是保护大家。我找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仿佛也能变成一个小英雄。他现在已经幸福了，所以我觉得很满足。拜拜。开启仪式之后，执念体将显现在清扫画卷上。如果我们全力拉住彭茶，我是不是还有机会？从此这就成为我的一个执念。我又有执念是下雨天我怕这里出现事故。其实我也并不想成为什么英雄，我只想救下你们。我就只有一个执念，就是再见哥哥一面。希望我女儿可以幸福。张芭比娃娃，时间永远停留在了1717。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愿天下人都如愿。
我要去拿行李。走吧。这个陶瓷啊，这个是妈妈对我的爱化成了一个锦鲤，只是很可惜最终也没能见到她。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也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欢迎我们的郭慧法官，欢迎李佳琦法官，欢迎沈一菲教授，欢迎三位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一期的案件。本期合议庭呢，我们就会从建筑物倒塌法律责任聊起，来探讨生命权、执念等一系列的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四案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也了解到，坍塌事故发生在雨夜，坍塌事件当中的受害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相聚在艺术馆当中，那大家带着不同的遗憾幻化成为了执念，而在七天之后，容念作为执念清扫师打开了执念世界的大门，执念真被张的执念反杀。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大侦探合议庭第一次出现的一个事故的类型，就是在本案故事当中，由于多年前施工单位的偷工减料，导致新落成的艺术馆在雨夜坍塌。那在我国是否有法律是针对于建筑物、构筑物等倒塌、坍塌损害责任的一个规定？非常多，应该说我们的规定是非常完善的。因为像艺术馆、博物馆这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呢，大家也经常去，它其实是社会公众来进行一些聚集性的活动或者进行一些生活娱乐活动的一些重要的场所。那么一旦这些艺术馆或者博物馆发生倒塌坍塌的事故啊，非常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坍塌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这个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如果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的，就不用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赔偿之后，如果有其他的责任人，那么可以向其他责任人来进行追偿。另外呢，这个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和第三人，如果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导致这个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坍塌倒塌的，那么这些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和第三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建筑法也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生命之内，因为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呢向责任者要求赔偿。比如说我买了一栋商品房，那么在商品房的合理的使用寿命之内，我发现这个商品房呢工程质量不合格，发生了坍塌或者发生了倒塌，那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是有权向有关的责任方来请求这个赔偿的，要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其实的确在近些年来发生过一些事件，然后的确带来了一些让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结果。一旦事件发生了，其中法律责任它会如何认定？比如说这个认定的原则又是什么呢？首先呢，对于建筑物、构筑物倒塌坍塌导致的损害责任，其实民法规定的是一个过错推定的原则。像刑事法律里面，我们这个被告人到案、犯罪嫌疑人到案以后，我们首先推定他是无罪的，这样有利于保证我们公民的这个合法的权利得到保障，免于受到不公正的处断吧或者处理。但是在民法里面，由于这个建筑物倒塌事故发生之后，双方的这个当事人的其实经济能力或者说这个举证能力是不平等的。作为公民个人，你举证是很难的，很难去获取相关的一些建筑的资料啊，来证明这个建筑物具有质量缺陷。那么这时候法律就设置了一个过错推定的原则，
我们首先推定这个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是有过错的。嗯。然后你要不承担责任，你就要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对，这样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利于保护我们公民个人的这个合法的权利，免于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多介绍一下。根据刑法第137条的规定啊，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相关的直接责任人员呢，要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要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发生在建筑安全领域的这些重大责任事故啊，每一件可以说都是触目惊心，是损失惨痛，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恰恰是因为这些人里边，不管是建筑施工还是监理，或者说是业主，或者是所有权人，或者是使用人，他们没有去遵守，甚至是明知去故犯啊，违反了这些制度，追责不是主要的目的。事故已经发生，损失已经造成，生命已经流逝，怎么样从这些惨痛的事故中我们吸取教训？只有通过对制度的严格遵守执行，才能尽最大可能的杜绝隐患，杜绝事故的发生。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还能够从中得到怎样的教训？一方面，我觉得全社会都要增强安全意识和这个防范意识，要牢固地树立安全至上、生命至上的那么一个意识。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立法方向，现在我们的刑法也做出了相应的修正，我们在刑法里面就增设了一个罪名，叫做危险作业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在事故发生之前，我们对一些相关责任人员的一些非法违法的一些建筑行为，我们就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觉得这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故预防和防范的一个作用，可以督促他在事故发生之前就解决掉相关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禁止一些由于非法违规的一些建筑行为导致安全事故的这些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相关的一些责任人员，在一定时间内或者说终身去从事相应的建筑施工活动。这个制度呢，在法律上叫做从业禁止。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呢，认为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相应的一些安全风险隐患，有效的减少建筑物啊、构筑物相应的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其实之前在很多次合议庭都讨论了生命权的可贵，但是在这种建筑坍塌的事故里面，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生命权被剥夺的问题。如果我们是这种正常死亡人数不会一下子很大，可是建筑坍塌它常常一下子就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所以它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是一个特别惨痛的事情。首先是人数的多，第二个意外的事故本身跟我们很多的死亡就有不同，因为我们正常的死亡可能我们觉得很痛苦很遗憾，但是呢，像这种突发的事件，它背后还会常常带来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不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轮到我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对这个群体受害者来讲，他的心理他不是简单一个面对死亡的问题，他还要面对他其他的对于人生的一些指控，甚至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其实是又是一个重大的伤害。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叫社会成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处在任何地方都希望是安全的。如果我把孩子送到一个学校去，他在体育馆里去做一些运动，我本来是觉得这很安全的，结果我现在也开始担心顶会不会塌下来。我住个酒店会发现说，哦，是不是他有一天我还得进去就要看看我怎么逃生。这都是影响社会上每一个接触到这样事件人的心理成本，你会增加很多很多的焦虑、担心，甚至是愤怒。而这个社会成本它是无形的，但它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对于生活本身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对这种意外的死亡，像这种建筑的坍塌，必须考虑整体的这样的社会成本，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的。对，因为您说的社会成本其实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损失之外它所隐形的成本，而这个成本其实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少是不可估量的。是的，在故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大因为对于艺术馆心有怨念，带着汽油和燃料前去美术馆，虽然最终没有引燃，但是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会触犯某些法律条例呢？是的，非常有代表性啊一个问题。使用汽油等可燃物啊来进行放火或者爆炸的行为，应该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一种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
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构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呢，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从大的这个行为来看，他拿着汽油去了这个艺术馆，而且意图引燃汽油来烧毁这个艺术馆，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着火，他并没有实施这个放火的行为，他属于放火罪的一个预备犯。就我们看到整个故事也是围绕着生死观所展开的，在我们法律角度而言，有一个话叫做生死法定的说法，可以能不能展开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生死法定是怎么来的？这个其实一个很具有辨识性的一个问题啊。对。为什么我们的法律要对自然人的生命权，或者说相应的一些出生日期啊，或者死亡日期做出这么详细的规定？首先，第一点，生命权应该是自然人享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格权。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所以说呢，一个自然人他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那么对于他享有的这个民事权利可能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能看到了前几天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报道，四川的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一个小男孩对他同班的一个小女孩非常有好感，有一天他送给这个小女孩一件礼物，这个小女孩拿回家去了，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打开一看吓了一跳，是200克的纯金金条。哇，脱手哭错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么现在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小男孩的这个赠与行为是不是有效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那他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应该是法定代理人来代理相应的法律行为，所以他这个赠与合同是无效的。那么最后，这个小女孩的父母也是把这个金条还给了这个小男孩的父母。那么已满18周岁的成年人，他就可以独立的从事一些民事法律行为，独立的承担一些民事法律责任了，这是民法上的一些规定。所以你看，我们一聊到生死，聊到我们的岁数，原本只是以为是记录我们成长的过程，结果发现其实每一个数字在法律上面会给我们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但是刚刚我们在聊到这个生命权的时候，你说的确生命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基础，但是在法律上面它去给出一个生命权的定义，而且又如此严格的去保障它，这一个出发点是为了什么呢？出发点当然就是生命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对，生命是所有美好事物的载体。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问题。那沈老师，站在您的学科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与死这样的概念呢？我相信它应该会和法律有着不同的一个界定。生死观其实对每一个社会来讲都是重要的，甚至在不同时期我们都有一个生死观。但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打断他的那个进程。我们刚刚谈的很多的死亡都是意外的死亡，在中国的话语体系它有个词去形容这种意外的死亡叫横死。啊，对。实际上这种意外死亡就意味着说，其实你是突破了原来人们命定的，然后走向一个死亡以及面对死亡那个世界，所以那个横死其实是中断了那个过程。所以这个是从文化角度去讨论为什么我们对这种意外死亡我们其实会特别的觉得愤怒，而且我们希望是每个人都应该要保障我的权利，因为这样子我把我自己的人生握在自己手上了。嗯，在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当中也看到了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故事当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化为了一个执念。其实就像是我告别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心里都有一个意难平的事情难以放下，所以化为了这个执念。在各位老师眼里，你们怎么会看待执念这个概念？执念会是什么样子？执念它其实也有一个褒义词叫执着，两者的区别在于哪里？你去看它这些词的用的语境，你会发现执念常常是执着于过去，我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要么去给它找一个结局，或者我要弄清楚怎么。执着不是的，执着是面向未来的，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要坚持做什么事情。执念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太过于相信，如果我们改变过去的某一个因，它其实就会改变未来的结果。其实有的时候是执着于这个东西。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放下执念，而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也许当下和活着的人可能比我们
过去可能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下我对过去的那些执着我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为了过去的这些执着我重新又新杀了人又新伤害了人，我又增加了成本，那其实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了。就像刚刚沈老师所说的那一点，在很多语境当中这个执念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借口和动机，但是实际上在犯罪心理学当中它真的会成为一个推动犯罪或者促成犯罪的一个缘由所在吗？从我从事这么多年的法官职业来看，处理的一些案件里面，我接触到的很多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其实呢都是基于一种固执的想法或者说念头，比较典型的就是对其他人的一种妒忌心理，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在强烈的个人的心理暗示的情况之下呢，实施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去伤害了别人。其中的很多案件发生的原因就是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婚恋纠纷。有的年轻人呢，在一段感情结束以后，或者在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啊，其中的一方长时间的走不出这个失败的这个阴影，在另一方呢，可能跟其他的人又建立了新的一段感情。没有走出阴影的这一方啊，可能就是产生了一种执念，就是对这个事情念念不忘，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心理或者说报复心理，然后最终呢，去伤害另一方，去迁怒于无辜的这个另一方的这个亲属和朋友。这些执念如果能得到合理的疏导，可能并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各位老师还有哪些建议会给到大家，说如何去面对自己产生的那个念头，不让它变成所谓的执念？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执念，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会受情感的驱动超过理性的驱动。像我失恋了以后对方又过得好，你会发现那背后是一种情感的捆绑。所以如果你要走出执念，其实第一步还是说情感，其实你能接受自己的情感，不能被情感完全捆绑。我觉得执念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个执念这个词可能并没有带有那么多的负面的因素在里边。执念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比如说积极的执念，我们对成功的渴望，我们对完美的追求，那么这种积极的执念呢，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促使我们进步。但是一些消极的执念可能就需要去克服，去避免，特别是要避免在这种消极的执念的影响之下做出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要避免产生的一些不利的结果吧。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自我反思，通过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吧，跟自己和解，对吧？对，跟自己和解很重要。通过跟自己和解来把这个消极的执念去转化到积极的一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及时的走出这种消极的执念，及时的摆脱这个执念的对自己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啊，通过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讨论，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够帮助那些长时间的陷在消极的执念里面的人啊，能够积极的走出执念，与自己和解，正确的认识自己，拥抱阳光，走向未来。我觉得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呢，可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非常有意义了。没错，我结合我自己办理案件的一些感受，我在想送给观众朋友们也是两句话。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界厌恶真空，你如果让自己内心充满了执念，那么良好的情绪、美好的事物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第二个就是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再次谢谢三位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那今天的案件就到此为止了。其实我们从这个艺术馆的悲剧发现，对于不敬畏他人生命的人，我们发出了警告，而执念的故事又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探讨生命的意义所在。人生有限，价值无限，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有所爱，有所得，也不留遗憾，不负此生。同时我们每个人保持对于生命的敬畏，愿我们敬畏生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世界也保持一份善心。那大侦探何一婷本期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大侦探九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七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
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何一婷》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九》节目片尾中呈现。今天的狗舍，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因为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拿到的是一个弟弟的人物卡，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语言风格和回忆怎么那么奇怪？然后回过头看那些，都是一个小狗天真的对世界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好像在他的眼里边看到的一切都是快乐的，真的是挺动人的。我觉得，何卷这个人物，其实他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所得做一个理智的一个分析。他冒了这么大的一个险，最后果然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以为他抓到了这些，但事实上他最后失去了更多。我觉得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鉴定师，而是每一个努力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也好，工作人员也好，大家都永远记得自己选择这个行业的初心。我觉得人努力是一定要的，但是我觉得人在努力的同时也应该要放过自己。生命会在你该得到馈赠的时候给你，所以我是觉得，所谓的放下执念，有的时候是放下得失心。关于执念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能放下尽量放。虽然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执着是一种动力，但是到达执念这个范畴呢，通常就是已经偏离事情本来的目的，有一种过分执着的意义。任何一种情感去享受它，享受它的羁绊，但是当你失去了之后，没有就是没有，放下。如果是正面的，你要可以去坚持，我觉得会对自己好，或者对身边的人好，这种是很积极的、很向上的一种。但如果是负面的，我觉得要及时去制止这件事情，或者及时止损。他们每个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成为了执念，有的是遗憾的执念。有的是愧疚的执念，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不是一个坏东西，它不是一个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去割舍、去放弃的一个事情。有时候接纳它，当它真的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的时候，执念也是被消除的。因为我们无法去特别具象的看到自己的执念。但是呢，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就非常真实的把每一个人的执念放在我面前，真真实实的看到这个执念是什么样的。所以从一开始每个人的出现，他们每说的一句话，我的感受可能跟他们不一样。就像我之所以能看见山，是因为我不在山中。所以当我那么具象的去看到每一个生命、每一个执念的时候，其实感触很深。可能也看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我觉得好像唯一能所谓释怀的方式，就是我们想着，即使离开我们的人，或者我们非常不愿意离开我们的人，他们在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爱着对方的。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消除过，只不过这个人消除了，这个物体消除了，这个事情消除了，然后但是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消除过。爱能够让很多事情化解，然后也能够原谅一切。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接受死亡教育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是早晚都会有到来。我们每个人控制不了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去把握生命的浓度和生命的质量，尽量的把我的每一天，就是有生的每一天过得精彩，避免留下遗憾。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
919，腾讯地图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 ，X 先生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